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北展剧场观看德云社的演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十分美好》，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大伙儿啊，感谢大家啊。这个话筒也太低了，就是为我师父准备的吧？那你还好意思调呢？毕竟他没上来嘛。确实啊，这个舞台特别的大。对，大到什么程度呢？您说。就是刚才主持人在那儿说我名字的时候，介绍你了，大伙报以热烈的掌声。哎，等到我从那儿走到这儿，这个过程当中，掌声就没有了。您这不是要掌声吗？是要别的，他们也不给啊。这就可以了。好多朋友人家来到这儿啊，人家是看明星来的。对呀，看大腕儿来的，知名演员。再一个来说啊，今天还有好多朋友啊，都被堵在路上了，交通不太好。对了，所以说老好多朋友还得陆续的进场，哎，熟悉一下啊周边的环境，找找座儿，给看看周边坐的是谁啊，没有关系。哎，我们也慢慢给您说。好，而且我们说完了我师傅才能上来。对，我们也快点说啊，这叫什么呀？啊，好车不爱破道。对，争取呢。说反了，啊，叫什么？你是个什么车？你是？我是皮卡。皮卡呀，那都违章了。破车别爱好道。对了，那帮破车都别上来。对，完了。怎么？陆陆续续的全上来了。没有关系啊，虽然说我们不是很有名气，是，但是没有关系。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是句老话。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怎么着呢？啊，先得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啊。他得说说啊，我叫张鹤伦。是他，啊，德云社的一名小学生。哦，啊，还有两个观众鼓掌，真是。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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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停停停停，别停别停别停。您这什么叫别停啊？是，咱不敢奢求啊。啊，掌声都留给我师父郭德纲。对，留给于谦于老师。是，对不对？人家都是名人。哎，我们就是个人名。就是个代号，一走一过的事儿啊，所以说不敢奢求。哦，慢慢来嘛。好，真说有能的人，观众自愿的给你鼓掌，大伙儿有个评判。对了，咱别着急，别着急啊！后面好多没拍的，我都看见了啊。您看见谁了？第六排那胖子。对，我站起来。哪儿啊？哪儿？第六排哪儿有胖子呀？反正肯定有胖子，他会心虚的。对，您这是以偏概全了，这是。甭管大哥，确实啊，不出名没有关系啊。哦，对吧？在这个相声舞台上往这一站，凭的是什么呀？看的是什么呀？看的是实力。哎，对了，对不对？经济实力是。掏钱呢？掏什么钱呢？那什么叫经济实力？不是艺术实力？对，艺术实力，文化能力。哎，对不对？跟人家比，咱比不了。是啊，我师傅来说吧，啊，人家虽然说学历啊不是很高，哦，有人知道叫小本。对，您先等会儿吧。什么叫小本？小学本科。小学还有本科呢？于谦老师。于老师呢？幼本。幼本。那甭问了，幼儿园本科。岳云鹏。小岳是胎本。对，胎本就这十个月的学历呀。对，十个月都差点没读完啊。那您说他是流产了是吧？没有，当时自个儿揽着脐带又上来了。啊，别把我留下。嚯，打小就会真人秀。你看没有，人家了不起啊。啊，向人家学习，学的是能耐。哎，这话说对了。对了，咱不出名。哦，慢慢来，努力。老话也说嘛，什么老话？没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对，都得不断的。这说的是谁呀？这是。嗨，心照不宣啊。就这块我就不跟您一块照了。提这个有意思吗？啊，您不说都说出来了，对不对？我们呢？就是小学生嘛。啊，介绍完您了，到旁边的这位了。总算到我了。好，也得隆重的介绍一下。你也不要客气。旁边的这位呢叫不是，怎么我是震动似的。不是，我想想啊，我觉得还是算了。怎么介绍一下？毕竟刚才说完我的名字之后啊，就有两位观众领掌都没领起来，你知道吗？已经很尴尬了，说你的名字会更尴尬的。我不怕尴尬呀，这我捧哏演员怕什么的？您得介绍一下，说会更尴尬的，就更尴尬，就非得尬一下吗？尬一下啊，尬一下就尬一下吧。
非得呛这儿了是吗？不是，一腔热血都洒在这儿了，还怕呛什么呀？行啊，啊，再来一回。介绍一下，行，你要职工职令的，你不怕丢人就行。没关系，舍得死我就舍得埋嘛。对，来、啊，我这命就这么脆弱吗？大家好，我不怕没掌声。他叫郎鹤炎、嗯。大家好。再喊一声我听听、哎、我枪呢我枪呢您什么演员这是好几天没杀人了啊我跟您说自杀可不算啊别惹我干什么呀还较劲了是吗不是人家您这是蛊惑大妈干什么呀哦拍照啊阿姨拍照呢啊拍照阿姨把这儿打一个码这块我怎么了就人家给我拍照呢哈、啊、漂亮好的啊你喜欢郎鹤炎手机没收都喜欢啊都喜欢好嘞祝您啊啊啊您老公坐哪儿了哪片是哪片不是坐哪片了我那意思好家伙没便随便找哪个都行对对开心玩呗没有这么玩的、啊哦、我以为人照完相就回家了呢人谢谢、哦、谢谢、啊、谢谢别走带我、哎哎哎、我告诉你、哎、你上来了再玩我 你小心点第六排那胖子我告诉你哦那是一对啊对谁说的我觉得那个方位差不多啊对不对人家能来人家为什么能照您呢为什么呀为了辟邪呗对拿我当妖精了这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说形象我确实差一点那是对不对咱不是那种九零后啊或者零零后的小鲜肉比不了对不对我们这算腊肉、嗯、对腊肉 这算是肉松我合着我带着面包出来的是吧就长得已经不再年轻了模样不好说良心话今年多大岁数了不瞒各位37了37了、嗯、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我怎么说话呀长寿秘诀就是没头发您知道吗不是老话怎么说了老话说什么了人过三十古来稀呀、啊、谁说的老话这是我姥姥说的话呀你姥姥说那叫笑话你知道吗人过七十人过七十古来稀哎您算是稀一半了吧我是芝麻酱还是酱豆腐怎么了谁稀一半了37没稀一半37岁过30了你看老话又说了又说什么了男人啊、嗯、一过了30岁嗯就像蒲公英一样哎漂泊不定不对怎么一阵风说秃就秃了我看谁还鼓掌这个你再这样我爱上你们了我说没有这个老话但是你别看他虽然说长得难看一点哎但是毕竟人家内心猥琐呀不是您这个转折是递进的意思别着急啊我能不着急吗慢慢来你得好好夸夸我茶迟后来宴这老话对好多朋友人刚进来人都没有听到、嗯、是对不对这是西一半的演员啊对哪句没听到啊郎鹤炎郎老师您老师我的良师益友好朋友德云社都知道啊什么捧哏当中的巨匠谈不上了我夸他来说这就是凌晨2-3点钟的太阳冉冉升起我连个亮都没有啊凌晨2-3点钟还没月亮亮呢您这个几点啊您这早晨7-8点了早晨7-8点钟的太阳对对不对嗯对能量来说慢慢来啊慢慢品哦这词儿好对不对、嗯、学问不是说看长相能看出来那是啊我觉得来说有内涵啊这话评价、啊、人家现在就是成功人士啊没有哦确实捧假了对哎确实捧您别转折着说呀你说你怎么说啊您还不信呢我就喜欢谦虚对不对、成功人士、嗯、有房有车有房车对我就住房车里边现在了不得了、啊、谈不上家里边小别墅哎刚买的地下就18层他住哈呀地下18层对我们家住地狱里边啊地下就好些层地下就两层就是刀山层火海层哎没有好家伙了一到家就得续命是吧
地下的车库，车库，哎，上人家看看去，看奔驰、宝马，嗯嗯，哪个叫什么阿斯顿马丁，或者跑车，阿尔法罗密欧，嘿，您瞧，迈巴赫，哎呦，布加迪金杯，对，还有，您等一下，您等一下，不是，布加迪金杯，豪车，豪车，布加迪威龙，布加迪威龙，哎，七座的，哎，对，七座的不就是金杯吗？几座啊？俩座啊！我说俩座，俩座。对，布加迪威龙俩座的。哎，好，还有什么奔驰、宝马，那都大众化了啊。哎，一般不什么奥迪，好些个车都在人家抽屉里摆着。我，哎，玩具呀，啊？什么叫都在抽屉里摆着？钥匙啊，钥匙在抽屉里。对了，今天开哪个呀？啊，开哪个？哎，炒豆，炒豆，越炒越臭。哦，拿一张公交卡。对，那我就别说开哪个了，啊，其实那四个也是公交卡吧，就是没续钱，我估计可能是公交环保啊。怎么了宝贝儿？没事儿没事儿，低调低调，真的，这低调出行 啊坐公交有钱不一定炫富啊。这话对，有那个炫富的瞧不惯您呢。现在开好车的大街上有的是，太多了。今天就在西直门门口，好家伙，瞧着一个开着叫什么车，什么什么，就这么傻马拉蒂，看着这车吧。我说您等您等您等，就过去了，你知道吗？是他踩着你了还是怎么了？开车踩着我，那叫玛莎拉蒂。哦，对，说就玛莎拉蒂，是吧？你这个车像是东北产的。怎么还东北产？玛莎拉蒂不是玛莎拉的。哎哎，我刚明白，他自问自答，您听见了吗？啥玛拉的？玛莎拉的。你就甭管是，这不是玛莎拉蒂豪车呀？玛莎拉蒂标志是一个叉子，对不对？对了，我一直管这车叫闰土。哎，跟那没关系。拿一个叉子嘛，那个。好家伙，不像话！开着豪车，风驰电掣。嗯，好家伙，打我脚边儿，哟，就开过去了。哎呀，我瞧不惯这个。您呢？干什么呀？哦，就在那0.01秒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判断。什么判断？伸腿绊他。对。您这不是碰瓷儿吗？别说的这么高大上。对，我跟你说，哪儿高大上去了？你猜怎么着？怎么样啊？差一点儿啊，腿折了。哎呦，没撞死你就不错了。脚边有一个水坑啊，嗯，趴着压水坑，唰过去了。哦，溅了我一身水。哟，那他不太好。当时我很生气，是全湿了。那可不，我就发誓，怎么样？等我有钱，哦，一定买一件雨衣。好。您呢？您就这么发誓，您有不了钱了。买雨衣干嘛？还天天站水坑边上去？等着傻马拉的一下，这慢慢来呀。哪儿慢慢来？咱是一外地孩子，刚来北京，哪瞧这个呀？确实不容易。真的像什么车豪车？叫为什么？刚才我比较了解公交车呀。嗯。刚来北京的时候才知道，才有三开门的大公交啊。对。真的，我以为好家伙，这火车脱轨了，这是。没听说过。就是因为乘客太多了。刚来北京我才知道地下居然有地下四层啊。地下室啊。对，但是我仍然选择住地下一层。为什么呀？因为我喜欢住高层。对，神经病。哎，你要这样的话，我把地下18层全让给你，随便住。太潮啊。太潮，没事，我们有刀山层。我说咱不在乎这个。嗯，钱早晚能有。哦，好好，对，咱还年轻啊。哎，好，对不对？慢慢来吧。嗯，人家马云现在也很了不起。我咱不吹啊。啊，您啊，身价跟马云平起平坐。就这还不吹呢？怎么您能跟马云？马云身价500亿，我也是啊。哦，真的，标价500亿，爱买不买。连别人碰都不敢碰您，谁知道这500亿您是不是碰瓷碰出来的呢？我现在已经说相声很多年了，嗯，对不对？到今天来说怎么样？不敢说别的，现在有2套房子。啊，两辆车，一个超市，还有一个手机店，这些不是靠别人，全是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象出来的。做梦啊！怎么了？哎，偶尔您也掐一下自己啊。哦，不想醒。什么玩意儿这是？挺好的，能站在这儿就得感谢我的师傅。这得知道，给咱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对不对？来到的是德云社之前啊，嗯，就到了德云社之后吧，这么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负债累累，不容易。别这，怎么？什么话说出来？负债累累，有房有车呀。啊，那能还得起贷款。感谢我的师傅，有能力。当然还有后台全体师娘。对，没有人。
你不要再说秃噜了好不好？不是，后台全体演员啊，哎，工作人员，人家对咱们的帮助提携才有的今天。是喽，站在台上不能口无遮拦，那可不，什么都说。哎，人相声对不对？我师父一直教我啊，说点好的，对，说点有知识性、趣味性强的东西，有文化。在家说实话我也看书，您呢？后天努力哟呵，真的咱先天不如人家啊、人家这个高材生还行，大学毕业哎，开始对不对？对，请哪个大学来着我不提了 啊，就丢不起那人。对，哎，不是您要这么说您得提一提啊，对不对？怎么我怎么丢不起那人啊？咱哪块来着？就是北工大吧？对，北工大，北京公交大学。是，你在那儿？我说我拿着公交卡随便走呢。北京公交大学干嘛？哪个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哎，咱后来你知道后来咱后来国外进修啊。谁呀？我呀。您上国外进修？冷笑话吧。您哪个学校的？您说我们听听，说我们听听。国外大学你知道几个呀？我知道的不多，也就那么三四个吧。那你先说。对，咱俩跑这猜谜语来了是吧？你先说。行，我先说，我先说。那您是这个牛津？牛津不是，嚼不动。对，牛蹄筋儿啊。什么什么牛津大学？我说那个语言不太理想，就不知道嘴里边嚼的不方便。哦，他还嚼语言？你看，对了，那牛津不是剑桥？剑不剑修路都不修。那是一个工人师傅啊。那您是这个耶鲁那儿毕的？不对，不对，您美什么呀？这下尴尬。你已经很尴尬了，您知道吗？我才甭说我们大学是哪所，说出来好像我咱这炫富似的。上大学没有炫富的，对对，好像咱秀一样，咱没有必要。咱我大学门口有雕像。什么雕像？雕像啊，说出来我们就知道。缺一个胳膊。杨过呀。那你们那是古墓学院是吧？不就俩人吗？一姑姑，一杨过，你这。你疯了吧？系主任李莫愁是吧？你们学校校车是不是天天骑着雕去啊？也挺好玩啊，多新鲜！断一胳膊，这叫什么？你看过吗？看过吗？谁？就是维塔斯。维，知道吗？别露怯，断胳膊是维纳斯。你拉倒吧，维纳斯是打台球的那个。打台球？笑话你呢吧？笑话谁呢？那不戴维斯吗？戴维斯不牛仔裤吗？李维斯啊，那是。李维斯不湖南的主持人吗？李维嘉好不好啊？李维嘉不香港首富吗？李嘉诚了解一下呀。不是李嘉诚，不是内蒙的奶牛大王吗？那不你，那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跟我呛什么火呢？你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怎么前马一排雕像啊。这不是咱有学问就成了吧？有学问您哪句体现出来了？好家伙，在国外教他们什么呀？教什么？教他们古文诗词。这能听得懂吗？咱学这个咱学呀，啊，对不对？咱跟人家刚开始跟人学外语啊，对，后来慢慢的咱我会中文呢，语言探讨啊，语言研究啊，哦，互相交流了。对了，哦，知乎者也语言哉啊。别来这套。那教他们唧唧复唧唧，他们都傻了。木兰辞您还会呢？那叫唧唧复唧唧，唧唧当户织，不闻鸡叫声，惟闻鸡叹息啊。你这不是木兰辞啊？怎么着？你这属于家禽歌，这是？怎么全都是鸡呀？肯德基啃什么去了？这是都知都这都会啊！我没有必要在国人面前普及。你是不会？谁说的呀？我说的。谁说的呀？会着呢。会给我们背背。没人听这个。有没有？来吧。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鸡叫喂不嗨，对吧？哎，好。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无所思，女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九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乃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可以鼓掌啦。书本上写着呢。写着什么呀？可以鼓掌啦呀。您老看这盗版的文化课，您瞧瞧这。他学过呀，《出师表》学过吗？这也会呀。当然了，先帝创业未半，嗯，而中道花光预算，对，完了。对，我不去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这么大身上啊！总共《出师表》好几百句，您这就两句。
这都会，这三国谁不知道啊？三国我看您这一句就不知道。三国都是桃园结义啊，刘关张啊。问问你个，问什么？桃园结义为什么不是四个人呢？为什么没有赵子龙啊？哟，这我不知道了。赵子龙没同意。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对，刘备把赵子龙叫过来了啊，说小龙，对，不，你先等会儿。来，小龙，你先等会儿。广赵云叫什么？赵子龙啊，小名儿。哦，人家爱称龙。龙，你过来来。嗯，哎，我跟你说，你桃园结义啊，我们仨人少一个，嗯哦、对不对？你看那个菲菲啊，就是和小雨都已经归顺我了。菲菲，你也来呗，咱四个人不比三人强吗？嗯。赵子龙没同意。赵子龙说了，我觉得不好，要不然我留一个赵四儿的名不太好吧？嗨。哦，赵云排第四就赵四儿啊。对，所以没同意。哎，我不去了。要这么说，刘备有能耐，是个刘能啊。行，你老这学你老四，你把阿斗给我救回来。你这说，哎，我跟您说，就冲这个，我就低看您一眼，您知道吗？我也不用你高看，怎么这乱七八糟的？这是真的啊！嘴里说自己有文化，一点都没体现出来。知乎者也，体现哎，哪儿这等不晓得呀？啊，就说、哎、尔等不明博，就说我不明白啊。尔等知道个屁！这是有文化的人说的吗？到第三句知道个那个。前两句都蒙圈了啊，什么意思呢？谁蒙圈了？我大不了不去了。您呢？您别来这，太高深，我怕你听不懂。哎，有能耐来点那高深莫测的，来一回，来点高深的呀，可以吗？可以啊。我出题目，您来一回。你出题目好不好？我听听。咱来的一回，哎，词语接龙。词语接龙好不好啊？你继续说一说，我听一听。这个说简单也不简单啊，咱们提出这么一个字儿来，您用一个成语或者词语顶针续麻，一直连接，接到最后一个关键的词语上。好、哦、好不好？哪个词语啊？嗯，词语这样吧，咱们祝今天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哎，天天开心，十分美好，就接到十分美好上。好、哦，好不好？又长大说话，真说出一大套来、啊。那可不，大伙听得很仔细，也很认真。嗯，但我有个小小的问题，你问，就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车压水坑的时候把脑子都溅湿了？你说那么一大堆，啊、很简单吗？不就是简单的字头咬字尾吗？哎，字头咬字尾，对了，对不对？啊、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字来，还能打比方吗？张鹤伦，嗯，对不对？字头咬字尾，嗯，张冠李戴，哎。那你就得接戴字说，戴罪立功，接功，公私分明，明，名副其实，实，十分美好 ，so easy 啊！嚯，还行啊，这么简单、啊？这不是，但说了，谁说用你的字来接了？那你说我听听。我说用我的字接呀。狼。对呀、啊。狼。狼心狗肺。不接。到我这儿就没好词了是吧？啊，这也算成语。行，废寝忘食，十分美好。不，哎，不，您别鼓掌。我说用我名字就用狼了吗？用什么呀？言呢？言能接吗？言，对，言过其实。嘿，完美。不是，这就还拦不住你了，是不是？简单了，有没有点难度啊？哎，别着急，你也别说你名字，我也别说我名字，我出个主意，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提字儿，你给我接到十分美好上。你那意思？嗯，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随便提一个字，我接到十分美好上，怎么样？不行。对，啊，不行。对了，不行，接不上来，好丢脸呢。没关系，丢的也不是我们的脸哎。不行也得行，托火是吧？哎，就较劲了，来一回行，来，你别着急啊，我给大伙儿托付啊，各位上演啊，都看见这位了啊，说自己有学问，其实就是个斯文败类，您知道吗？刚才说什么呀？尔等知道个屁！你这是有文化体现吗？咱们难为难为他，就给他挤在死台上就行了啊！你有病啊！人照相的，甭管照不照相，待会儿你们提字儿啊，最好是这个。犄角旮旯啊，
阴山背后啊，拐弯抹角啊，清华字典里边都没有的这种字儿，哪怕是说能发出音来，怎么写都不知道的那种。哎，咱们一块儿给他弄死就行了，好不好？各位这么说丧良心，弄死我你不成孤儿了吗？你管，你必须早死，你赶紧死去啊，你死了我替我妈都开心，你知道吧？别来这个。哎，就刚才您乐得最开心，来您提这个字儿，提一个拐弯抹角的啊。嗲嗲嗲，谁说的这个字儿？谁说的嗲？哎，我觉得这个字儿很贴切。说嗲那位朋友，来，请你站起来。对，你出去，找笑话吗？说不上来，让人家出去。你告诉我这字怎么写？你管怎么写的，人家说出来了，你就给我接。嗲、啊，对，我跟你说，你可以音同字不同，嗲嗲。嗲哎呀，这一个字给我整的低血糖了、要不要先给您测试一下啊？嗲嗲，哎呦我天哪，这字咋写呀？你别管怎么写都无所谓，人家读出声音来了。嗲，有了。嗲，波一牙嗲。你这人怎么不听讲呢？让你从这嗲字往后接，没让你拼出来。波一牙嗲，那得从波字说，嗲嗲，你瞅我乐什么？我比你乐得还开心呢。嗲嗲的一声，不是您这也行啊？对呀、啊，哎，这嗲的一声，行行行，生生生不逢时，十分美好。那刚才谁提的那个嗲字？你站起来，你给我出去。哎，怎么回事？这巧合？什么叫巧合了？你这没有这样。来，这边的朋友有没有？滋儿啊！哎呦，这个滋儿，好，北京人吧？这个字音咬得很准啊，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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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声。生不逢时，是漂亮。我就不主动请您出去了啊，咱们不能这样啊，好吧？还有谁？你别着急，人多的是啊。这边的朋友有没有？啵啵啵的一声。哎，你等会儿，十。真行啊，什么都一生，合着你也会公式是吧？其实我是个博士。你拉倒，你是个脖子还差不多。你有脖子吗？你我有，你给我露出来，我轻易不露。别来这套啊。那边的朋友咱们再提一个字啊，咚。你等会儿，我告诉你，张鹤伦，你再说咚的一声，今天就是你张鹤伦的一生啊。不是，有的是词儿，有是词儿，你给我展示出来。咚，哎，咚咚作响，好词儿，响，响彻云霄。霄，销声匿迹，好词儿，迹，迹凡兮。对，奢侈品也说，行行行行，就是饶了你了。西西天取经，啊，经，惊天动地，地，地动山摇，摇，摇，摇椅。您这好两个就坏一个呀？怎么了？你管着吗？行，椅。他说《倚天屠龙记》，这你不能说。他们提醒的你也不能说，虽然我没有听清楚。椅子舒服吗？问谁呢？我问他呢，他站你三回了。行行行行行行，妈，绝对是个圈套，我跟你说。
都来了。什么叫都来了？哈、啊，妈、嗯，接那个字儿。妈，哎，差不多得了。哎，这回二比一了啊。大姐有点着急了啊！妈妈最好啊，这有点牵强啊。好，好了再来，不怎么样。来，来之能战，战战之能胜，嗯，胜胜利锣鼓，鼓鼓往今来，来来、啊、来来、哎来这儿旅游，这又不行。游游人止步，不不许动手。嗯，好像谁要抽你似的。手手到擒来，来来来啊！来龙去脉，脉脉脉相承，承承上启下，下下回再来。好。哎不来了，不来了，不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没想到这来是无限循环的。来者不善，善善者不。大合唱多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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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唱的还真好，谁让你唱了？让你说接来字说，生生生生老病死，死死去活，漂亮。来，来日方长，长。长生不老，老老当益壮，壮壮志凌云，云云开日出，出出生牛犊不怕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虎，虎踞龙盘，盘盘根错节，节节足先登，登登峰造极，极集思广益，一意志更坚，坚坚如磐石，石十分美好。说下来了。下面请欣赏《情义千秋》，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谢谢。哦，哎呦呵，谢谢。哎，这个特别粗的给你，发财了啊！还有没有啊？哎，差不多了。每回演出弄得都跟上货来似的啊！行了，那俩大姐快回去吧。啊，嗯，从哪儿过来的？德国。哎呦，问乡亲们好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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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他说相声陪伴他整个怀孕期间，谢谢、嗯、你说也没帮着什么忙、嗯、你还打算帮什么忙啊、哎、行了快回去吧、嗯、快回去吧，谢谢各位啊、嗯、哎，那好看那留下啊，嗨啊，那吕老师的男朋友也来了、啊、嗯，谢谢各位吧，好、哎、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对，回去吧，咱们后边、啊、后边有时间，嗯嗯嗯 嗯, 嗯, 嗯，好嘞，这个刚才是我俩徒弟，是张鹤伦，哎，郎鹤炎，小哥俩，让他们俩人休息休息，嗯，换上我们俩人来了，是啊，其实也不用多介绍，都熟悉，你也认识我们啊，嗯嗯，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哎，您客气，我叫郭德纲啊，是那个，那么说在这个家我们，嗯，你先等一会儿啊，好的，嗯。
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好的，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么比划一下，行吗？啊，因为不用多介绍，别扭，没有人不认识您。嗯，客气，真的啊。嗯，这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不敢当，著名相声演员啊，不敢不敢。姓于名谦，字麒麟。我字麒麟，我跟你儿子一个字儿啊，显得咱们那么亲戚。不用啊，不用，没有字啊，没有字啊。对，怎么没有字呢？现在都没有，现代人起名字都没字。姓张名飞，字翼德啊，那是以前。姓岳名飞，字鹏举，古人呢？您没有，没有字啊？现在都不讲究这。那英文名字叫什么呀？英文名字也没有。哎，啊，我小儿子还有英文名字呢。啊，你小儿子是你小儿子呀？我没给你起一个吗？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一个呢？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可以起一个。你看看，你瞧，他们倒挺大方的哈。那是热心观众啊，起一个。你英文名字你叫乔治，好吧？啊。你姐姐叫佩奇啊，嗨，啊，我们姐儿俩都是那么社会，你知道吗？小猪佩奇身上纹啊，掌声送给社会人，啊，不用，谢谢谢谢谢谢，社会人都让人砍了，嗯，得来，来吧来吧，照相的各位都回去吧啊！你们这头里站着都100多人了啊！影响影响，啊，快回去快回去啊！啊，哎，别后边有后边，哎，后边有时间啊！第六，上回有一个女孩在前面站着不走，结果他们给弄到后台，生了7个孩子。嚯，嗯，这一说人还得多，嗯，你们是不了解我们这行业，它多愣，你知道吗？嗯，得谢谢观众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嗯啊，当然今天北京城不可能所有人都来听相声，那当然啊，嗯，但是没来的呢，反正这个后果很严重。有什么后果？省不少钱。对，嗨，这叫什么后果？得谢谢观众啊，嗯，花这么些钱来听我们说相声。嗯，哎呀，哈哈，相声分两种，一种是贵的，嗯，一种是便宜的。哦，贵的相声反正除了贵没毛病啊。哦，便宜的反正除了便宜都是毛病，啊，我们还很年轻，你们各位是支持鼓励我们，是的，在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哦，啊，对，嗯，会有的会有的，什么叫会有的？你们不能给我得罪人啊，啊，我的人缘都回你们手里边了。跟谦哥合作有小半辈子，几十年了，我们俩也是实在是没有别的手艺，就会说相声，就会干这行。对，承蒙各位这么鼓励，这么支持。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哎，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好，嗯，破费了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啊。要感谢于老师对我的帮助。您怎么那么客气？真的 啊， 啊，以人家那个家境，人家那个状态，嗯，能说相声是我的福分。哎呦，这过严重了。你看我在台上老拿着开玩笑，这个那个，啊，人家在家里边跟个小宝贝儿似的。那我这岁数还小宝贝儿？给你们透露一下，他们家他是两门守着这么一个儿。啊，您细说说。嗯，他两门就是他父亲跟他大爷。哦，这两针还可能不好说，嗯，比如说哎，我是他父亲，然后你别这么举例，别这么举例子，就是啊，他爸爸是哥俩，人家听得明白，听得明白，是他大爷那针没儿子，哦，就是拿他当我儿子，就是什么叫当谁儿子，拿他当儿子是吗？啊，哎，怎么这么难说，两针守着一个啊，就明白了是吧，啊，是，哎，知道了，就是，宠的都不行了，嗯，从小都惯，那会儿他我听老人说他大爷跟大妈那会儿盼儿子盼着都不行了，想得儿子。哎呀，那个，尤其他大妈啊，一心就想啊，嗯，我得给老于家添一个儿子啊啊，有这想法。一晃跟他大爷结婚那么些年，没儿子，嗯，真着急。是，怎么没有？不能在那会儿生好几个啊？哪会儿生好几个？那会儿一块的小姐们都生好几个了。您说清楚了，我怎么没有呢？啊，后来连那个
连那个偏方封建迷信都用上了。哎呦，有人告诉了啊，说谁家死人出殡啊，你看孝子跟那儿哭丧，哦，哭丧不得摔老盆吗？啊，得摔个盆。北方有这习俗，孝子一搀出来拿一盆啊，跟这儿一哭，爸爸一哭，妈妈啪一扔，哦，地上有一块砖，嗯，就这盆摔在砖上，摔得粉粉碎。是，谁过去抢那块砖拿回家，文言词叫义子孙，哦，就说明拿这个回家就后边容易生孩子。就跟拴娃娃那个道理差不多。哎、他大妈真是满处扫听谁家死人了，知道吗？打听这多丧气！哎呀，挨那个打都无数了，真的吗？是啊，人家结婚他也问今儿几儿出殡呢？嗨，这太没眼力劲儿了，这是盼子心切。他大妈那会儿啊，一说这家死人了，明儿好早晨八点出殡，哦，凌晨四点他大妈就上那等着去，就等抢这个，就等着抢那块砖。你瞧瞧，啊、他比孝子去的还早呢，他这叫虔诚。到六点来钟，大妈跟那儿等着，哈哈，这就跃跃欲试，等着抢、嗯、啊！周围那老太太都劝他：“你行了吧？嗯、怎么，你也让别人抢一块吧？啊、都让他抢去了、嗯。你们家拿这砖都盖了三间北房了，好家伙！啊，这租房子去了，这个啊，你让别人抢不听，非抢。大妈手也快，就抢这砖，是吧？孝子搀出来举这个盆，我那砖呢？没了。”还没摔呢就抢走了，大妈抱砖跑了那快，好家伙，就希望有一孩子啊。当然最后这汁儿生了一小子，也算啊挺好，是两门守着一个，这多疼啊，宠的都不行了。是真的啊，你说这个样的家庭很容易把孩子最后溺爱了，就惯坏了。但谦儿哥没有啊，我倒还行。我们合作这么些年来，咱实话实说啊，嗯，我发自肺腑的是真的，灯灭你灭，真的、啊、我灭干嘛呀？您起誓我灭干嘛？就这样显得真实。我不用，真的不说谎。谦、儿哥那是人中龙凤，您过奖了，那都是厉害的牲口，真的。牲口不是，人中龙凤，马中赤兔。啊，那您就、啊、就是好啊。哎，您别带牲口。我举一个例子啊，啊，举一个例子啊，您说，就说他这个疼人劲儿。我，比如说郭德纲，嗯，在后台待着。哦，这一屋子可能有300人、500人，啊，人多，哎呀，都有吧，徒弟们、孩子们都在。嗯，我说了一句话，您说，谁有充电宝借我用一下？哦，手机没电了。说完这一句话，嗯，这屋里边没有人理我，都不借呀、啊，只有谦儿哥站起来，啊，我给你拿去，啊，我这方便呢。谦儿哥先把输液这针拔了，我这还输着液呢，把呼吸机拔了。我能拔得动这个也还行，嗯，把胃管拔了，嚯，我这玩命来了，把肠镜拔了，哎，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垫的呢，这个、嗯，都拔完了啊，打开门冲出去、回家，给我拿充电宝去，我这是疯了呀，我这一出门啊，一出门打雷下雨，还没完呢，就这雷，嗯。奔着于老师这脸，咔！这雷也是解着恨来的。嗯嗯，啪！啊，摔那儿了。哎，站起来还往家跑，就这么执着啊，往家跑。嗯，往前面走，地上有狗屎。我这大灾小地儿都得来。嗯，一脚踩在狗屎上了。嗯，日啪砰！旁边有地沟，掉地沟里边。哎呀，地沟里边都是大铁钉子，尖冲上。这谁修的地沟啊？这是。怎么那么损呢、啊、这个趴在这上边了啊，打这上边再说一身的眼儿啊，哇，那血刺的就跟那什么那个花洒似的，好家伙，刺着血还往家跑，哎呀，给我拿充电宝去啊啊啊，哎，没忘，再往前走，马路上过大汽车、嗯、还有大卡车奔着脸来打，啪，行了，嗯，站起来还往家跑，还跑呢，到家拿充电宝、啊、转身给我送来，这扭脸就出来了，转身一出来，汽车又来了，啪！这孙子等着我呢，是怎么着？撞脸上，他不走了，他往回跑，往回跑啊！郭德纲还等着充电宝呢，好嘛，跑跑跑跑跑！哎呀，哎，地上那个狗屎哪去了？我找屎呢，没有狗屎，地沟还在啊，自己滑，啪啪！我一猜就是扎一身眼儿出来，滋着血往这跑啊！还有血呢，到这门口不进来、嗯、哦，
等那雷呀、啊，呵好，等十分钟雷下来，咔，劈脸上，这算踏实了。行了，哎，再没了。开门进来，充电宝给我。行了，我眼泪都下来了。您是得哭哭了，我都感动死了啊！接过充电宝，捋出线来，找着插头啊，插在我的充电宝上。哎，你缺德不缺德？不是手机没电了啊？哎呀，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我们俩好的不能再好。您想想吧，生死弟兄，过命的朋友是，什么叫朋友？哦，这还有讲吗？什么叫朋？哦，单字。上古时期，人们都住在中原地区，离着海边远，拿贝壳当钱。哦，这个听说过。因为见贝壳见的少吗？嗯，五个贝壳拿绳子穿上，这叫一季。哦，两季为一朋，这个字来了，哥们儿了。拿两挂贝壳下来带你吃饭去，哦，也就说拿这棚去，嗯啊，就说明咱们的交情。是棚有什么叫棚？嗯，咱们能聚在一块儿就叫棚。哦，什么叫友？过心，互相能照顾叫友。棚包括友，友不包括棚。你瞧，但是能到朋友那已经了不得了，这就有交情了。朋友分多少种？都有，笔友，笔友是写信。哦，以文会友，哎，嗯，网友，这是互联网上交的朋友，都上网，他们好出去玩去，叫驴友，旅游的那个，驴肉友，对，驴肉友，集中在保定地区，哎，都加火烧的朋友是吗？嗯嗯嗯，驴肉友，哦哦，炮友，喂，什么？好洗澡的那个。在澡堂子里边泡着的这个朋友，你以为呢？我以为取充电宝掉沟里头了。哦，你吓我一身冷汗。您还真怕你说出来放炮的那个朋友？没有这么些朋友。朋友分多少种？嗯，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那当然啊。嗯，这个过去来说有很多的说法。啊，老年间说谁跟谁什么什么朋友哦，啊，这个忘年之交，忘年交是忘年交是岁数有差距，但是排除这些差异，咱们是朋友。怎么叫差异？你看，比如说我，哦，郭德纲，嗯，85岁了。嚯，于老师呢？家里有一个孙女儿19。哦。您说这忘年交？不着急，我是不着急。您这过什么瘾呢？19岁一闺女啊，大高个儿，大长腿，大长头发，嚯，又狗狗又丢丢，这好看呗？就喜欢我。嗯，瞧，我有点为难，还为难呢？啊，我就跟这闺女说了，你奶奶要知道会生气的。没听说，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啊！不是，但是我决定要冲破封建的束缚。打破世俗的眼光，少来这套啊！流氓就是流氓。哎，你看，您说的这是朋友吗？这个，你看，我宁可把辈儿都挫下来了。你看，谁跟你？你不认可我们两个？谁让你挫了？这种感情，您说的不是忘年交吗？对，我们俩都忘了年纪，那是你忘了年纪了啊！我们都忘了有年子这个事儿，忘了年纪。我就说忘年之交。哦，有这个，哎，这叫忘年交。还有那个知音之交。知音是，你看古代有钟子期啊，俞伯牙，哎，这听琴摔琴。俞伯牙是朝里的官儿，嗯，奉了大王之命天下访贤。哦，走到这儿听见钟子期正在抚琴啊，就弹瑶琴，弹着瑶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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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革命的红旗。这是瑶琴弹的吗？这个，这三弦弹的，这是。反正就唱着弹着呢。啊，哎，觉得你很好，哦，我要跟你交朋友。你瞧，两个人一聊天，嗯，哎呀，志向方方面面的想法是一样的。哦，一个头磕在地上，咱们是好哥们儿，交朋友。咱们是知音嘛。嗯嗯。明年8月15我还要来，再来。转年再来的时候。弹琴的这钟子期已经去世了，不在了。哎呀，好难过吧？就这那的，到最后琴也摔了。得了，啊，
不再交朋友了，琴摔了，摔琴，摔完琴抱着琴到这保险公司骗保啊，骗保去了，没有，这不是好人的这个，就说这意思啊啊，这是知音之交啊，有听过这个故事，哎，还有患难之交，您再说一说，比如于老师，哦，我怎么了？你是一个80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哦，这是谁的孙女19啊？这还，你的孙女19，我这嗨。那不管用，然后就给你从家 K 出去了。我这，您说说吧，这里边没有那孙女的事啊。哦哦，不挨着。嗯，于老师80来岁，奔90了，高龄了，老艺术家。嗯，从年轻的时候就坚持说相声。哦，喜欢，哎呀，爱说相声，在哪儿呢？嗯，东五环外头有一片高粱地。我在高粱地里说相声。哎呀，练功啊，打14就在那儿练功。嚯！哎呦，练到80。哎，常年累月跟那儿背词儿，练表情，练表演，给谁看？哎呀，爱说爱练。嗯，到80岁这天，创作了一个新作品，啊，叫《打倒郭德纲》。这个作品获得了业内同仁的认可。这高粱地里哪那么些主流相声演员？嗯，天天跟这儿练。嚯，哦，打倒郭德纲，恨郭德纲，嗯，啊，如何如何，练功呗。嗯啊，拿这当练功，练功了。哎，这天高粱地外边来人了，哦，来一帮人上那逮蛐蛐来，啊，逮蛐蛐，逮蝈蝈，是拿一大抄子啊，哎，这抄子抡起来，咵，这个给老艺术家就扣上了。好家伙，我搁蛐蛐罩子里了。嗯，带头的这个是一华侨，哦，赞比亚的华侨，这地儿还挺偏。哼，嗯，你就是那个老艺术家于谦吧？他愣认识我，请您。嗯，到我们那里去发展。嚯，赞比亚啊，在非洲的中南部，您还了解这个地方出铜矿，铜，金银铜，那个铜，金属，出铜矿。嗯嗯嗯，咖啡好，是当地日常饮食吃这东西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膀子面熬的粥啊。那不是就是棒渣粥吗？那个要请您到那儿去说相声，你琢磨这干得过？哦，呵，要到了赞比亚，嗯，戴个铜草帽，嗯，端着咖啡，端着一碗棒子面粥，恩西玛，啊，您还了得吗？那是，我净吃高粱了这么些年，嗯，我来点棒子面吧，对，换换口吧，啊啊，哎，我这什么形象？我这华侨说了，您要到那儿常年吃恩西玛，保证您最起码能活到60。哼，我回去了，我这个，啊，啊去吧。这啊，给您送到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我坐着这个吃恩西玛去啊？对溜，哦，甭管怎么着吧，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是。哎，这天您就到了赞比亚了。哦，到那之后坏了，是他们是憋着拿您祭天呢。怎么叫祭天呢？哎，当地有这个少数民族啊，啊，憋着拿您祭天。嚯，哦，给您先扒一个干干净净的衣服，哎，啊，是扒好了，给您身上刷上黄酱。酱，哎，有点葱花辣椒面都撒好了，拿我当羊排要烤了是怎么着？这儿架上火大铁篦子，好嘛，哎，人家所有的华侨跟那儿开开凉啤酒等着看您呢，就等着吃我呢，这是要祭天啊。于老师傻了，那是啊，傻了啊，就冲天上喊吧，啊，谁能救我呀？这还谁救我，谁就是我的亲爹，我就听见了。您是听见亲爹了，你没听见我喊，我正在北京呢，我就听见了。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嗯，我得救你啊。您去救我，您落了难了，那您救我。什么叫患难之交？你得落难，这是哥们儿。我赶紧给那边打电话， 嗯可以了，把人放了吧。你们一伙的，你们这叫这是救我去了，这才把于老师送回国来啊。你说咱们这交情差得了吗？那没您好着呢啊。于老师无以为报啊。嗯，对不起德纲，我你看就说说相声骂郭德纲来着啊。哦，我也无以为报。那我有个孙女19。我这嗨，别提这个了，怎么老有这19的？就说患难之交啊，这我明白了。但是这个都不叫事儿啊，你还有一种那叫什么稳静之交。哦，这个又是什么意思？自稳的稳，啊，静是脖子。哎呦，这稳静之交听着可比祭天那个听着口感就不一样。哎，那是得先稳静后祭天嘛。哦，嗯，那得还得拿您举例子。
还拿我说，于老师怎么来？于老师是一个30来岁的一个大小伙子，年轻力壮。您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是这份的，都好大企业家。是啊，呵，这个呀，买了私人飞机了，这我的朋友，那个光游艇趁10个，哥们儿，这在澳大利亚买了5个海岛，这都跟我好。于老师说，我不能落后啊，当然啊，我于谦也要成一个醋类。哎，就出来！我于谦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就冲这嘴就好不了。您这，我要成为一个醋类拔萃的人，出类拔萃，出类拔萃的人。我胆子怎么着？我要成为一个万元户。我死不死啊？我啊，我还没成万元户，我跟人这帮交什么朋友？我是万元，这不1万1万的挣吗？哦，对不对啊？哦，先数着。哎，我的目标，我于谦要从10000开始挣，还没挣了1万，就挣了无计其数的1万了。哦，到那会儿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你瞧，我买这地儿，我要到赞比亚去当国王。哦，哎，我的王冠是纯铜的，还是铜草帽、啊我端着我那恩西马，拿着咖啡，这碗棒子面粥就舍不得扔。嗯，我踏踏实实当我的国王啊，国王兼皇上。哦呵，都来。哎，兼正宫皇后啊，一个人干的这事儿、哎、有点什么粗活累活都是自个儿的。好嘛，你就霸占了赞比亚，都是我的。那是，以后你死了，你那棺材里都是恩西玛。哎呵，我让棒子面粥呛死的。这反正人就是得有这想法啊。啊啊，哎，于老师一想，要是这样的话怎么样，我先得有个好身体啊，我先锻炼。哪个好身体怎么能坚持到赞比亚？是是是，你算算，打六里桥上了长途车，就这一道啊，颠弄也得颠弄死。哎，对，这得多颠呢，对不对？不能到嘴的恩西马让它飞来。嗨、没什么好的。哎，啊，从明天开始先去体检，哦，检查身体。有一个好身体，对，于老师去了啊，那做个 B 超呗，是吧？哦哦，查查体啊，嗯，喝水。啊 ，B 超，打早晨9点到医院就等着叫号。哦，先喝水。做 B 超得喝水啊。对对，查肾。喝水，然后查的看得清楚。嗯。来一箱矿泉水，先喝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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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看着矿泉水瓶子，自个儿感慨。嗯。这要是一箱恩西玛得多好。嗨，这是我的图腾。那是，嗯，你的 logo。这嗨，行了。喝一箱又一箱，喝两箱。嗯。喝两箱还怕不够，一回头，哟呵，啊，医院还得准备茶水了，还有茶，旁边桌子上一个盘儿，嗯，盘上一杯一杯的，哦，哎呀，喝，热乎乎，啊，喝吧，不一样，那是啊，有的咸丝丝的呀，啊，还有的甜不劲儿的，这，根据口味调的，那是那是，喝吧，嗯，喝完了坐着又说不出话来了，是吗？嘴里都拉不开栓了，啊，齁的，嗯。护士出来了啊，那盘子尿样呢？好嘛，我就知道不是茶。那、20来个老爷们白尿了，这是。好嘛，我这毁多少人呢？于老师个儿老个儿老的啊，啊，噗噗，干嘛呢？往外啐着结石。好嘛，还有老头这里头，拧开水管子，嗯啊，撅那儿咕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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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喝凉水往下送送，淡化一下。好家伙，这肚子已经胀得都不行了，水多呀，千钧一发。嗯，那儿喊了。于谦到你了，终于到了，做 B 超。嗯，于老师进来了。是，您好。哦啊，于老师哈、啊。嗯，躺那儿准备。哎，于老师躺那儿，人家大夫换手套。对、哦，弄好了。一回头，嗯，把裤衩穿上。我脱了，我这太没有常识了，松紧带都崩裂了，实在穿不住了呢。啊，再上点去。啊，那么大岁数，没羞没臊，真是的啊！你以为你是赞比亚国王呢是吧？不，这位什么都知道，这大夫这个愿望让人看出来了，哎，写脸上了。大夫手里拿一手柄，这儿看着那屏幕，嗯、这手柄在肚子上摁，他得看啊。这大夫太愣，怎么呢？摁的时候太使劲了，劲儿大了，屏住呼吸啊，嗯，滋、嗯，哎呀，怎么了这是？于老实在憋不住了啊，尿了一墙，哎呀，到底是搞艺术了？怎么？要别人尿墙上就随便尿。啊，您这尿出来四个字儿，写的是“妙手回春”。呵，大夫都得佩服我。那是哈、啊嗯，大夫说：“滚蛋！”哎，这是得把我轰出去。尿去，尿去，尿去，尿去。多新鲜！尿太多都看不见了啊！好嘛，这手柄就跟扔了马桶里似的啊。
对，于老师上厕所尿去吧。嗯，进去时候12点，嗯，尿完出来12:40。好嘛，我尿了盯一小时。嗯嗯，中午人大夫得吃饭去了啊，于老师也得吃饭去吧。是，吃完饭回来又弄2箱矿泉水跟在这儿。重新喝，我这多新鲜呐！啊，刚才那趴布尿出去了嘛，是吧？啊，对，喝完了，喝完了，大夫还没回来呢。哦，自个儿在医院后门这儿遛弯儿。哦，医院后门这儿啊，有条小河沟。是，哎，有树林，哎，鸟语花香。嗯，跟着看着挺开心。哦，突然间发现打这边来一姑娘。哦，姑娘长得挺好看。嗯，满脸的眼泪，哭了难受，哭了，顺着河边往水里边走。哟，水都到这儿了。这是要自杀，这肯定要寻短见的。于老师善良啊，是啊，不行，我要把他救回来，我应该。但是于老师心说，从我这儿到他那儿，我这一闹，他一头扎进去死了，这就坏了，我来不及呀。急中生智，怎么办了？脱裤子就尿，尿，那点尿都尿到河里边了。嗯，这姑娘回头看了一眼，嗯，骂着街就上来了。哎呀，对，都不死了是吗？上来，你缺德不缺德？你 啊，你是人吗？怎么了？死不让我们死一干净的啊！不至于污染成那样。于老师，我这是救你啊！啊，姑娘贵姓啊？是我姓姚。哦，你好，姚姐啊，姚姐，你有没有一好说好听的？为什么要自杀？嗯，姑娘哭了啊，活不了了，说说原因。我男朋友不要我了。哟，嗯，他非说我有外遇，有没有？说我跟李先生不错，他冤枉我。哦，那人姓赵。还是有啊，但是孩子是孙大哥的。好，这叫俩了。于老师感动了啊，好啊，是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白天鹅呀。嗨，我给他炖了吧，那就。啊，怎么了？那白天鹅就玉洁冰清啊。我怎么瞧着了？爱你爱的都不行了。哦，你能跟我交朋友吗？我很喜欢你这样的女子。嚯，姑娘说要跟我交往，必须你得没交过女朋友才行。我很在乎这一点。那你怎么不在乎你自个儿呢？嗯。于老师一拍胸脯，嗯，没交过女朋友，啊，我还真这样。日后你就是我的王后，嚯，我早晚要带你到赞比亚去和恩。哎，这别提这个。姑娘说：“那我还有条件呢。”你说说。嗯，有车有房，哦，没有爹娘，这条件狠点了，全是做牙花子。嗯，可以买车买房，哎，但是我是一个孝子。对了，爹娘这个事儿，嗯，你容我半个月。哎，嚯！好家伙，真要下手啊！这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哎，这不是什么姻缘，一男一女，你恩我爱，情投意合。是啊，于老师跟这个姚姐，你别提这个了，两个人开始同居。哦，我们俩还同居了。哎呀，找了一个特别棒的小区。嘿，你住3号楼，他住4号楼，这叫同居吗？这个？俩楼就都是你花的钱租的2套房，那就叫同居。每天你过去给人家做饭、收拾屋子、刷碗啊，到睡觉人家把你轰回来。我就认为这是同居。得了，一晃3月过去了。哦，这天夜里于老师睡不着觉，看电视。哦，电视演这动物世界。什么呀？春天到了，交配的季节开始了，万物复苏。是。于老师坐起来了。嗯，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呐。我拿动物世界当毛片看呢，我这什么思路啊，我这是。嗯，我要去找他。想起来了，认识快一年了，凭什么？嗯，连握手都没有过。呵，拿钥匙，我有钥匙。那下3号楼奔4号楼。嗯，到这咔啦一拧开门，一推门，怎么样？姚姐跟一男孩在床上躺着睡觉，让我逮着了啊。于老师，这，嗯，这还我这。我行了行了，我这要现行是怎么着？王者之气，王八之之气，这是王者之气，气的滚赞比亚的国王啊，这是啊。哎呀，行了，干什么呢？问问他吧。一喊，俩人坐起来了啊。你看我，我看你，冲着谦儿哥，嗯，耶，嘛，愚人节快乐！什么日子这？愚人节快乐啊！于老师乐了，啊。愚人节快乐，我跟他们一块喊。打扰了打扰了，再见再见。我走了走了，于老师走了。哦，一晃半年啊。哦，半年后这一天，于老师跟这女孩俩人跟街上走着走着，嗯，于老师突然间站住了，想那天不是愚人节啊，这才想起来啊。我这反应半年，我是那么好骗的吗？那天可能是4月7号。
想起来了，骗我说那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嗨，你问这干嘛呀？哎呀，姑娘也傻了啊！于老真急了，那还不急？旁边路上有一个卖西瓜的，哦，于老一伸手，把卖西瓜这刀拿过来，哎呦，搁脖子这儿啊，说，嗯，哪天到底是不是愚人节？这叫威胁，千钧一发，救命的朋友来了，您到了，就是我。您怎么着？我打着过，我一瞧于谦拿着刀呢，啊，吓坏了，是，谦哥。一叫我，他一回头，刺啦！哎嗨，稳静之交，这交情就自杀，这交情的后事都是我办的，那管什么用？还死你手里了呢？坟前立了一块大石碑，一人多高，上面俩大字儿、什么字？活该！哎嗨，这是活该，这就是交情。嗯，当然了啊。各种交情，您这个之交那个之交，这说起来，嗯，几百年的历史，是咱们说那些个呢，也确实不太现实。哦、我只是希望跟您，咱哥俩，您说好好的过一辈子。谢谢您，真的、啊、应该。我就拿您当我的亲哥哥一样看待，您就是我的亲兄弟。真的、啊嗯，有人要是送我一颗人参啊，这么长，25，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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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给谦哥送去。您这兄弟，您要这么说 啊，要有人送我这么大一灵芝，嗯，不要，给郭德纲拿去。你这有人送我这么一桶恩西玛，给于老送去，我给您送过去。我们这一国都是这个啊。陛下，让我感动。您客气。有人给于老师送一盒子来啊，来人表情很阴森，怎么？这是于谦的。哦，他一走，打开盖一看，嗯，里边是一个坏蛋。你要留下这东西，你就是坏蛋了。那我怎么？我一把就抢过来了。哦，拿过来放到我兜里。嗯，我是坏蛋，这可不行，我得从您那儿抢过来，揣到我怀里，我得是那坏蛋。从你怀里抢过来，掖着我嘎着窝这儿，我是坏蛋。从您嘎着窝里抢过来，揣到我裤子兜里，我是那坏蛋。打你裤子里抢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那你就是坏蛋，你这，你看懂交情不懂啊？不像话的，有往嘴里吐的吗？我把你嘴里掏出来，搁到我那小盒里头。哎，我是坏蛋。打您盒里头，我抢过来锁到我箱子里头，我是那坏蛋。打你箱子里拿出来，搁到我保险柜里，我是坏蛋。打您保险柜里抢过来，搁到我保险柜里，上上锁，把钥匙我得扔到盒里头，我是那坏蛋。我不要了。不要了，像话！你看你这么要，给你吧啊！不行，咱俩得抢啊！我还得抢，当然了。从盒里把钥匙掏出来，开开保险柜，拿出这东西来，搁在你们家祖宗板上。嗯，我是坏蛋。啊、你太迫切了 啊！我把我们家祖宗板那拿下来，我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找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撬开棺材盖，我把这坏蛋扔你们家祖坟里头，我是那坏蛋。啊打我们家祖坟里把这坏蛋拿出来啊！我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找着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棺材搭出来，撬开了，要往里边扔，哟，还扔不了，怎么呢？里边躺着一坏蛋，我去你的！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有新人，表演者张潘刘全淼。谢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谢谢大家。当然了啊，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上来就要掌声了。这个可不是要掌声，不是，因为我说实在的 啊，心情激动。是吗？第一次到德云社来演出啊，心情紧张。是，好多朋友也看了，嗯，相声有新人啊，是我们是郭老师这个战队的。对啊，这不是比赛还得比吗？对，郭老师心疼我们，嗯，说来这儿来演一场啊，对，给你们调整调整，嗯，说一说。对，其实站在德云社的舞台，这底下这做的衣食父母啊，嗯，是，这都是半拉同行都不说，这全都是内行啊。你说我真在台上露个怯，嗯，反正到不到的，嗯，在座的各位您多多包涵，嗯，在这儿张潘全淼深鞠一躬，表示对您的感谢，谢谢，谢谢。
谢谢。其实啊，嗯，相声看上去很简单，是啊，两个人穿着长衫，嗯，跟您聊天，说着说着把您逗乐了，对呀、啊，其实不容易，不是吗？不容易哦，好多朋友都说了，嗯，你们这说相声有什么呀？嗯，长个嘴就说了，哟，你瞧，是这么容易吗？真不是，不是长个嘴就能说相声，对呀、啊，你就拿昨天来说吧，嗯，马路上我碰见一家三口人，嗯，一人说了一句话，啊、嗯，这仨人谁也说不了相声。这家里谁先说的话呀？孩子先说的话。孩子说什么呢？孩子说叮叮叮叮叮叮。然后呢？他爸爸说了，说什么？大得豆别多大。然后呢？他妈妈说了，说什么？得不大大得别多得。仨外星人，外星人那肯定说不了相声。地球人。刚才那三句是三句中国话。不是，那我问问你吧、啊、这孩子说这个叮叮叮叮叮叮，这是孩子一抬头啊，嗯，看见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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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他爸爸说那句大得豆别多大，这个是大舌头别说话。他妈妈说那句地不大大得别多得，这个是你们俩谁也别说谁。以后这仨人说话得打字幕，我告诉你，要您各位说是长个嘴就能说相声吗、哎、绝对不是，真不是，真不是。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我们的功课呀、嗯、对呀、啊、朋友们都知道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就这四门，哪门研究好了都不容易，很困难啊。当然你说这四门功课样样精通，嗯，有郭德纲老师啊，郭老师是到学生身上呢，对、啊、也就是研究这么一门两门，嗯，很不容易了，能研究透就不易。哎，您拿我来说，嗯，我主要研究学，学学呀、啊，学的范畴太多了呀。那是啊，那都有什么呢？学个天上飞的，嗯，地下跑的，哦，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嗯，学个人言兽语，大小买卖吆喝，嗯，这些我都不会。哦，那您不会可够全面的。你要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我捧着你了是吗？应该都会。那是啊，嗯，都得学会了，都得研究啊。真都得会吗？那是啊。那我问你，学的最好。你刚才说那个天上飞的，可以来来行吗？我给你学一个空姐。空姐。满天飞空姐是吗？来就来，你看你看吧，看，您这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下下呀，您这个，您这不叫天上飞的，您这个人物啊，您这就叫学人物。空姐也不在地下跑啊。那是，那人物也是学呀。主要研究学的是。主要研究，嗯，学唱，唱，学唱，学唱歌曲。啊，哎，主要研究、哎、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通过我的研究啊，嗯，咱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都离不开歌曲、嗯、是吗？那是，嗯，介绍介绍怎么从生下来就离不开。就拿小孩来说吧，嗯，那你来说，我小的时候你母亲哄你睡觉，嗯，要唱摇篮曲，哄着睡觉，哎，抱着你，嗯，把你放在摇篮里，是啊，一边摇一边唱，唱什么？月儿轻，风儿轻，树叶儿遮窗棂啊，娘的宝宝闭上眼睛，微微地露出笑容，微微地露出笑容。嘿，摇篮曲。再看你怎么样，憨憨入睡，睡着了。呀，我妈给我撂猪圈里了，这是。行了行了行了吧，我孩子是这样睡的吗？睡得很踏实。您说这是打小就离不开歌曲是不是？不是。说一个，嗯，不是，这还真不是。什么意思？您要说打小啊，这个唱摇篮曲啊，妈妈哄孩子睡觉，那是在座的朋友、哦、是，我是真不是。怎么的？小时候我睡觉是我爸爸哄着我。哦，你父亲哄你睡觉？哎，对，我爸爸哄。我爸还不会唱歌。不唱歌怎么哄你呢？就说着话拍着我，我就睡着了。那这个父亲跟母亲哄睡觉的方式就不一样。那我习惯了，两公劲儿差不多。你父亲也是抱着你啊，把你扔在摇篮里。嗯，扔。哼，没扔进是吗？你这，哎呀，这都摔迷糊了吗？离得太近，离得太近都没扔进去。我远点试试啊。那您远了能进？哎呀，走你进了吗？扔哪边去了？您往前扔的，怎么我掉后头去了都？呀呀，行了，您这把
甭扔了，你就甭扔，你给我，你给放里头，放里头就行。你这孩子，你睡不睡？啊，你睡睡觉吗？你把眼给我睁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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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开了啊！闭上，你有病是吗？闭上，我是睡了吗？都闭上了。别睡，睡不睡？啊，睡不睡？穿上，你给我穿，你你等会儿，我拦你一句，我说爸爸，啊，说的是亲爸爸。是亲爸爸，是亲的吗？是亲的。你这拖鞋干嘛呀？你说的呀。啊，说着你，拍着你，不就睡着了吗？拿鞋底子拍我是吗？拍着你吗？没有，您这是抬杠。谁抬杠？你抬杠。我这说妈妈哄孩子睡觉，嗯，你非得说你爸爸哄你妈，你妈没哄过你睡觉是吧？我妈哄过很少嘛。那啊，但是再者说，我妈哄我睡觉唱的也不是摇篮曲，唱的什么呀？小背篓。小背篓，这唱这哄我。晃悠悠，是笑声中，妈妈把你扔进了小河沟。我太惨了，打住吧，我这爹不是亲爹，娘不是亲娘，我这怎么给我扔进小河沟了？原词嘛，原词把我背上吊脚楼啊！笑声中，妈妈把你背向那吊脚楼。对喽。你又掉进了小河沟，多淘气呀、啊！哎呀，你也不会游泳啊？小啊，搁水里就泡着吧。嗯，他妈妈呢，也没注意孩子没了。嗯，家里来亲戚，嗯，正做饭呢。哎呦，他母亲这个手艺可好啊，做饭好，煎炒烹炸没有不会的。嗯，哎，太好了。嗯，家里给我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家里这是谁来了？中间就不背了啊。嗯，板鸭、筒子鸡，哇，做齐了，一百多道菜。嗯，呵，就都弄好了以后啊，嗯，都弄好了以后，发现我孩子呢？您这才发现是吗？我孩子呢？您早找着我，急死了。嗯，找吧，快找啊！柜门里没有。柜门里干嘛？裤底下也没有。嗯，啊，冰箱里冷冻、冷藏、零度都没有。我好家伙啊！我儿子呢？嗯，枕头底没有啊，荞麦没有啊，这边，嗯，笼屉打开，包子里掰开，馅儿里也没有啊。谁能进馅儿里头啊？那啊，一笼屉的包子都掰开，馅儿里都没有。哎呀，后来一琢磨，确实没有。为什么呀？因为我包的是素馅儿的。哎。那肉馅里也没我，那哎呦，急死了！啊，大伙儿看着你妈，你妈也着急呀。对呀，你就别看着我了，啊，快点吧！快呀，快呀，快找找啊！快快吃吧，快啊，快吃吧！我这菜都凉了，你看我这拔丝山药。行了吧，这是孩子丢了还山药去呢？你先吃完饭啊，有劲儿找啊！嗯，啊，吃饱了喝足了，备完口，碗刷完了，消完毒，搁着开始找你。这是亲妈妈。后来在小河沟里找着了，真找着了吗？哎呦，这个。脑子都让水给泡了，那多新鲜呢！脑子里面全是水呀，啊！他妈这么一抱这孩子，哟，这孩子，嗯，脑子里全是水。对呀，行了，嗯，以后就叫全淼吧，名字就这么来的。那我说我这淼怎么是三个水呢？水呀，就拿水给泡了。水呀。这什么就水呀？研究啊！您这是研究，您这是研究我名字，您这不是研究唱歌啊？研究都研究啊！您不说您学的学唱歌，真学您真研究学唱歌，真研究吗？他们都怎么研究？不是人家研究的，人家会的歌多呀，我也不少啊。真的假的？那你说什么我唱什么？你有这本事吗？那是。那我说山，听好了啊，山，仔细听，我说什么你唱什么。这不容易划过去啊，山是吧？山。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哦哦哦哦，你先别哦，我就山在哪儿了？我没告诉你们，仔细听容易滑过去吗？嗯，我是隔壁的泰山，有山没有？隔壁的泰山，山啊啊，嗯，换一个海，听海哭的声音啊。观众朋友们，亲爱的爸爸妈妈，好啊，你们好吗？大家庭，最近工作都挺忙吧？有的忙，有的不忙。嗯，身体一定挺好的。嗯，我现在北京北展剧场德云社红酒
您看着唱是吗？您这不是演的挺好的，嗯，演出的效果也是挺棒的。嗯，感到美中不足就是有一个缺点呢。什么缺点？旁边总是站个傻子。不是这我来一句，什么叫旁边站个傻子？你说什么我唱什么呀？我说什么你唱什么？是啊，您这是唱上来了吗？唱上来了，怎么样？唱的怎么样？唱的不怎么样。您说真说唱，那朋友都知道，人直接听人家原唱，对吧？听歌星唱，你听歌星明星唱的比你像。你看，你说外行了。嗯，为什么歌星唱这么好？为什么？知道吗？为什么？我一说，大伙儿就那都是因为我，因为你。哎，你衬托的呗。你唱的不好，衬托人歌星唱的好。衬托的，这不是因为你吗？因为他们用了我的创口贴。什么？你的创口贴？创什么口贴？创口贴。唱口贴，唱口贴就是你喜欢谁，拿过来，嗯、贴在脸上，唱出来就是他的感觉，唱口贴呀、啊，是吗？我发明的呀，不是你、嗯、你都有谁的？我问问谁的？嗯，我问问。你看我带谁的了？嗯嗯。当我住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嗯，北京，北京。汪峰，汪峰牌的。哦，汪峰，还有谁呀、啊？你还要我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嚯，你瞧，薛之谦，之谦牌的。哦，天上就、嗯、就是、天上就唱，什么歌都能唱吗？什么歌都能唱，青藏高原。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那你瞧，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谢谢。你谢什么谢谢呀？你合着你就为让我唱这高腔儿去是吗？看见了吗？这就是唱口贴的好处。这是唱口贴。有了这个，谁还说相声啊？不是你什么意思？我就唱歌去了，直接就唱去了。我就进军歌曲界。那你就不说相声了？说什么相声？不是，那我问问你啊，如果你要真靠着这个，你就以后唱歌去。嗯，那你不说相声，那往后我怎么办呢？往后余生，嗯，捧哏是你。我本来就是捧哏的呀。逗哏是你。哦，我反听了。主持人也是你。全都是我。嗯。灯泡是你，灯泡是我，台下的观众是你，哎呦，门口看门的大爷，大爷，旁边的那条小黑狗也是你。不是，不是，不是，我来一句，我问问，以后你就唱歌去了，嗯，捧哏是我，你就捧哏，逗哏是我，可以，主持人也是我，最可气的，灯泡也是我。我爸爸是爱迪生是吗？哟，你爸爸是博士。你爸爸会公式是吗？哪儿的事儿啊？什么叫公式？干嘛？你好好说相声，你唱什么歌去？我唱歌怎么了？不是，咱这说干嘛非得说你这种演员？我跟你说，我就没法跟你着急。干嘛非得说相声啊？不是，怎么就你难道就不你干嘛都不难道就不能唱吗？不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唱相声呢？唱相声？对呀、啊，相声能唱吗？怎么不能唱啊？哪段都能唱吗？哪个不能唱啊？不是，我今天就跟你抬这杠了。抬、啊、咱们那个基本功、啊、绕口令能唱吗？你说
你说有那么一个、啊、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老子，你干嘛呀你这多丢人呢、啊、你看这我怎么丢人，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个，哪个年代不都说这个，观众都会了，这咱基本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啊、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这个喇叭，是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啊、别喇叭哑巴说行你拿去吹去吧，别给我弄坏了就行有意思吗，您这版挺有意思的，有什么意思，您这版不错，这样让哑巴都好，我会的多了，这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嗯、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不用怕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嗯、说葡萄酸，这谁说的，这出西门走七步，十来块麂皮补皮裤，是麂皮补皮裤，不是麂皮给我换俩大腰子，有什么烤串聊天去了是吗？您啊，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白石说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有意思吗？这个不，兄弟你疯了是吗？啥不有意思吗？这个不是，这哪老师这样教的你啊？我也不知道哪老师教的我。哎呀，你这您这就太厉害了。不是，我就问你能唱吗？不能，怎么不能？哪个不能唱？就刚才我说那个塔嘛喇嘛绕口令、那个，喇嘛塔嘛绕口令啊，不但能唱啊，告诉你。还得用好听的流行歌曲把它唱出来，好听的哪首歌好听的，电视剧有一首主题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看过吗？看过，这首嗯主题歌太好听了、嗯、你能哎呵，三生三世杨宗纬唱的对吗？对啊，没错啊，好听，声音非常的沧桑啊，你给我们来来行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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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别嘟嘟了你，这我这还起范儿，你甭起范儿了，你这哪儿啊？您这后边都是《西游记》了，你这再者说这歌是蒋大为唱给杨幂的是吗？他们俩关系也不错是吧？哪不错呀？不杨宗纬吗？对吗？十里桃花嘛，这凉凉呀，是让桃花给我弄乱了。对，桃花吧，你行不行？凉凉凉凉凉凉，快凉了，快凉了，凉凉啊，凉凉啊。悠悠桃花两千绪，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疼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两两天一脸眼一身花色，哎呦，落入凡尘想情者望、嗯、情劫一度生劫难了，这旧的心海有几分前生的你早这样唱多好，这是对的。来来来来来，不，你是急着取经去吗？你这不，你们老来呀、啊！你把范儿起了，你甭起，你撂下，你撂下吧。你能唱吗？没问题。塔嘛喇嘛绕口令、啊，是你第一句什么词儿？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吗？你听着啊，嗯嗯。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喇嘛，他手里提着。五斤塔嘛，哦哦！您这音儿可不像是笛着的。五斤塔嘛，哦。又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他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哦哦。放一个地儿里，一个喇叭，喇嘛要用他妈换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他妈，喇嘛急了拿他妈打了哑巴，哑巴说让你打我干啥，您唱了半天还是您那版本的呀，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相声就得唱啊，相声就得唱，就得唱。你看，你刚才说你没人鼓掌，你我这么一唱，你降好。不，相声就得唱。不，唱我不拦着。就是。但是相声里我们也有自己的唱啊。有吗？我们也有唱，像朋友们都知道，相声也有唱，对吗？啊、唱快板、啊、这不也是唱吗？就唱快板，对吗？这唱快板，快板书数来宝，对吗？这都是吗？啊，你会吗？会呀、啊，当然会。这有什么不会的？完了，我听不，我问问你会吗？当然会了。真的假的？我不会，我能问你吗？那咱俩来一回，来呀，数来宝，你随便挑，传统的，这来那哪段？同仁堂，可以呀、啊，行不行？我刚都知道北京大栅栏的生意，
是吧？都知道啊。你初来乍到的，别看我是天津人，咱这大栅栏，我看出来你是天津人了。大栅栏，你没有没有大石栏，还大栅栏了，是哪石的？那什么哪石的？嗯、大石栏，你甭管。同仁堂行不行？没有，有啊，咱俩来一回，来一回，来，拆唱啊！啊，你先来，让你。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来你的，拆着唱嘛。老药铺是吧？从这儿接是吧？啊，好，老药铺，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强，卖药的好像武大郎。我走近一看，是郭德纲。这个郭德纲，你也帮郭德纲了，你。我拦一句啊！你拦我干嘛？这郭德纲是谁？你看见吗？人家找他演出，他把人本家给忘了。你看，嗯，好，郭德纲老师吗？郭老师啊，郭德纲吗？郭德纲老师啊，对，郭德纲，人家也不叫郭德纲 啊。哎，我就是为了跟你展示一下我的倒口。你这是捣乱，捣乱干嘛？你这就是捣乱。我帮你呀、啊，你帮我什么？你看你这么唱，有人听吗？不，怎么就没人听了？那边那美女都睡着了，那都就是。没人听你的玩意儿，你这我这帮人，哎，我一说郭德纲，你大伙就有人听了。你这是捣乱，你这就是叫不帮你，你不用你帮，你就这样帮我是吗？怎么了？你就这样帮我，我帮你、啊哦，不用这样。我问一句啊，朋友们，今天我好好的给朋友们唱一回《同仁堂》，你们听不听？听不听？谢谢。赔了啊？没有赔了啊？什么叫赔了？人朋友们也可以、啊，我必须得帮着他。您这个票不用你帮，我不帮你，你非得帮我对吧？嗯，那咱这样，我也不用你帮，今天你呀、啊、就下去吧，你不用演了。不行，我不能下。不不，真的，我渴望这个舞台呀、啊。咱鼓掌，咱让他下去，我好好给您唱一回，行不行？下去，我一年多没演了，你知道吗？天津都不让我演。你要这样，这儿也不让你演，你知道吗？北京也得封杀你。我告诉你，走吧，真的，你快下去吧。你这玩意儿，你这搅和捣乱他，这就是朋友们。说实话，今天我好好给你们唱一回这个《同仁堂》，因为说实在的，相信。观众朋友们，您都听过这个同仁堂，老先生也都唱过这个好几百种药材，当当当当一口气给他唱下来，有很多老先生就是唱这段唱死了。哎，但是没关系，今天我来唱，就算我唱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唱下去的。今天正式给您来一回这个同仁堂，谢谢大家。把那个美女叫醒了吧，不要再睡了，这回已经换了我了。来，同仁堂。别唱了，下面请您欣赏戏曲杂谈，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哦，人家一送花这儿问我什么关系啊？哦，陈冠希、嗯、谢谢。哦，那是给于老师的啊，一看就年轻啊。嗯，哦，这给我的啊。哦，还有我呢。每回演出啊都跟进货似的啊。还有没有？大伙儿老这么鼓励，老这么捧，其实实话实说，嗯、诚惶诚恐。没错，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是啊，你看刚才我们这俩演员很好啊，
那个看过东方卫视相声有新人的都知道，这是您的一栏新节目。张盘刘全淼是两个年轻演员，大伙儿多鼓励多支持，没错啊。人家来的这个戴着墨镜来着，我还来不了，不行吗？我就不像于老师，于老师这方面比我强，不行啊，真的。来现场把那个灯再给我们亮一些个，观众席的灯再亮一点啊！就不用了，因为于老师看观众席，要是女观众多，他愿意来。我不，来来后台，我们灯光老师呢？啊，前台的灯亮一些啊！对，我先买墨镜。我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每次跟谦儿哥聊天都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我们愿意聊。我认识他的时候十六七，是那会儿来说。我们这样的叫北漂啊，就漂在北京啊，到了北京羡慕人家这样的。我是北京人嘛。啊，那会儿在专业的曲艺团体，有个单位，一个月挣800块钱的工资，那就不少了。羡慕。后来一想，人家于谦应该挣800，怎么我就应该挣800呢？你看有一个成语说的好吗？怎么说啊？谦800的吗？谦800的就是我应该挣800。挣800，到了北京对我很照顾。哦，带着我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去啊！嗯嗯，那会儿实话实说，80年代末期，哦，看什么都新鲜，那没见过什么啊！哎呦，我记得带我到那个五星酒店去演出，那时候五星酒店很少。80年代末，我们一说住店还得是国营旅馆呢，就是招待所呀，就是那个玩意儿。对，哪像现在似的各种快捷酒店很丰富啊！嗯，那会儿没有，嗯，五星酒店去了就傻了，没见过。哎呀！真好，到人那洗手间，谦儿哥，嗯，你看人洗手间小便池啊，比你们家吃饭的碗都白。哎，没听说过，有这么比的吗？没见过呀。啊，小便池里泡着那个球，啊，粉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那洗涤的。看看这个，嗯，谦儿哥这是干嘛的？我解释一下，谦儿看看，嗯，这就是，嗯，谁横着那糖掉了啊？我没见过，就胡解释啊！咱我真信呐！哦，就信了，我真信呢啊！嗯嗯，接完手出来，在外边等着他啊！一会儿于老出来了，嗯，哎，我呀，那是我真信了，那是，嗯嗯，不知道绿色的什么味儿？哎，对，我再回去取去。嗯、一晃啊，半辈子过去了，真快，是不是？嗯，我认识他那会儿还小伙子呢。这都年轻，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啊！嗨，一掐滋嚯嚯，好家伙！墙上写着“妙手回春”，太好！你这掐到膀胱上了，这下不要说的那么恶心。现在后台刚才我看着呢，鬓角都白头发了，不少了，真感慨。嗯，也别说他，我也是。都一样，原来站台上说相声3个钟头5个小时不觉得累，就是年轻啊，现在站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嗨，连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说你什么呀？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谁说的呀？干嘛非我媳妇儿说呀？这个高峰的媳妇儿也说。是啊，孙悦媳妇儿也说。嚯，你这当你说好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说。您这朋友交的广泛，那我得累死呢。这行，玩笑说玩笑。嗯，希望谦儿哥身体健康。谢谢您，您得多活些年，哥哥。哎，我听您的。您真有个三长两短，你那一大家人都得我管。我用不着。相声是天底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是，但也是最难的。嗯，啊，都说了，我们是个语言的艺术。嗯，什么叫艺术？哦，这个还有解释吗？艺是艺，术是术，细说说。艺是演员的能耐，哦，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哦，有艺无术那叫诈骗，嗯，有术无艺那是商贩，都不对。那当然，哎呀，我这个东西，我这个艺这么好那么好，从人文的角度、美学的角度、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如何如何这么好那么好，嗯，你说卖票卖1毛钱，观众扭头走了不看，你就叫诈骗，哦。为你花1毛钱都不值，你有什么脸？你还跟人谈艺术？也是，对吧？嗯，单有的树摆个摊卖花，啊，卖条是卖菠菜卖白菜，一样有人买。啊，这里边不涉及到艺，你只是一个销售啊。对，它不是艺，只有合在一块儿才叫艺术。
这有道理。说相声其实有窍门。还有窍门？第一是活着啊，那是是是。第二是忍着。您怎么解释？活着很重要啊。是吗？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嗯，你把那三个人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是啊，这么解释。25死一个，啊，31枪毙一个，嚯，40拿车撞死一个，呵，就剩你一个人了。嗯，你连个人话都说不利索。哦，你活到90，你就是艺术家。怎么就艺术家？你有话语权啊。哦，那仨比你能力大，那在盒里边了。对，没法抬杠。所以一定要活下去。嗯，活下去很重要。这是重要。第二，嗯，忍着。忍着怎么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怎么叫忍呢？该忍一定要忍。哦，不值啊，你只要忍着。你就看唐僧了吗？唐僧就这一道路过9妖18洞，洞洞闹妖精。嗯，忍到最后求取真经。哦，成佛了。艺术之路也是如此，也得忍。你只要忍，早晚你能上西天。嗯，我忍死了。我这个，嗯，我很多地方嗯跟唐僧很相似。怎么相似呢？第一，嗯，我们都有很多名字。名字多吗？唐僧，嗯，三藏，哦，玄藏法师啊，嗯，玉帝是玉帝哥哥。嗯，嘿，师父。哦，对，徒弟们喊师父。嗯，哎，我也是。您也有吗？徒弟们喊我也是师父。这也有。哎，人有尊称。那个郭老师有，其实咱不敢当。嗯啊，有张云雷的粉丝，他们喊姐夫。哦，对，嗯，你看看，你看啊，嗯，有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还是喊爸爸的多。有，嗯，有于老师的粉丝喊祖宗，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辈儿太小了，我这个。这是我跟唐僧相似之处。哦，这都一样。哎，还有第二点，我们都是为祖师爷打工。哦。给祖师爷干活，替祖师爷传道，替祖师爷收徒弟。嗯，祖师爷还不管饭。嘿哈，这祖师爷够狠的啊。嗯，第三，嗯，我跟唐僧有一个相似的地儿。怎么都让妖精惦记着？这个怎么讲呢？吃一口唐僧肉长生不老。嗯，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哦，你还真是这样。那是你，你看吧。蹭 WiFi 还嫌网速慢。嗯啊，最重要一点，我跟唐僧一样啊。还有，他身边有一个猪八戒。哦，嗨，我不跟那位比了，就玩笑说玩笑。嗯，相声不容易，是我们还得好好的努力。应该四门功课。嗯，脱鞋就唱。嗯，脱鞋就唱。啊，什么？说学逗唱。说学上炕。上炕干嘛？脱鞋是脱鞋，就不脱鞋，不上炕啊。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嘴里得干净。嗯，无论坐在哪儿哪个角度，观众不管您是坐着的站着的，嗯，底下的上头的啊，天花板里头的，是吧？没有的电工啊，电工那是耗子啊。嗯，无论在哪一个角度，每一个字儿，嗯，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这应该啊。嗯，说话不清钝刀杀人，这不行。是嘴得干净。哎，还有很多基本功呢。嗯，我们的基工说学逗唱啊，唱，唱，唱指的是唱太平歌词。对，这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本门唱，因为之前我也确实在台上说过这个。哦，我说说学逗唱啊，唱是唱太平歌词。嗯，为什么呢？唱京剧、唱评剧、唱梆子、唱歌，那是学。嗯，因为人家有专业的演员嘛。哦，郭德纲唱一个梆子，唱一个评戏，唱一个歌。你一定是有专业院团的人在唱。哦，所以我们归在学里边，就学人家嘛。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自己的唱。当初我年轻气盛，我在台上老说这个啊，不会太平歌词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说相声的。嗯，得罪很多人。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一晃我也这个状态，这个岁数了。哦，提起这个问题我很有感触。自私一下，我说的对。嗯，嗨，你不会就是不会啊。你不能因为你不会我改了规矩啊。嗯，弄不了假，是不是啊？嗯，太平歌词，于老师那会儿为了唱太平歌词在太平间住一年多。我啊，我在那儿学的太平歌词，好几回都差点烧了。嚯，
太下本了。太平歌词唱，太平间当当当唱、哎，唱完了还得喊哦，有不服的坐起来。好家伙，你坐起来我就服啊、嗯，扶着你躺下。所以我们今天请于老师唱两句太平歌词。对对，人家爱听您唱，唱一个什么呀？嗯，我这直说太平歌词，你说叫小帆。保安给他弄出去，这什么寒心算卦？哎，你看这是有明白人啊。保安别弄，先弄这个。哎，好，都弄出去。这个明白人先弄出去啊，唱几句你们尝尝好不好？哎，嗯，唱一什么呢？嗯，会的实在是太多了。哦，这难就难在这儿，就跟你们出来的时候，要是趁一柜子衣服啊，你且挑不出来。哎呀，我没有衣服穿，要就那一个裤衩好办。那就别出来了啊！不出来不行，还得上赞比亚当皇上呢。好家伙，对，那还趁一碗棒子面粥。嗯，那叫恩西玛。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好，嗯，一句呀、啊，这自个儿叫好。为什么唱一句呢？嗯，让你们先尝尝。哦，太平歌词难在这儿了，他没有乐队，哎，也没人帮衬着，全靠自己。嗯，最难就是这个，是啊，你这是一百人大乐队啊，啊，连钢琴在这，在哨什么都有，还有哨啊。乐队嘛，有挣得多的，挣得少的。哦，弹钢琴的一场150啊，吹哨呢一场3毛。呵好，因为他不用雇一搬家公司啊。贵贱不说，合到一块儿去嘛。啊，那是他们的事儿啊，一吹哨，钢琴就开始弹。哎呀呵。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学的是这个，哦，这个是我们的基本功，说学逗唱的唱，是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嗯，都算是学。哦，啊，那会儿没事的时候满处去找老师去让人教啊，那会儿来说还得锻炼肺活量。肺活量，你肺活量不好你唱不了啊，根本就，嗯，我这个肺活量就是那会儿他大妈教的。我大妈怎么教？得跑，跑就能有肺活量，跟着我来。哎，他大妈拿块砖，我后边跟着。嚯，你这偷人玻璃去了是怎么着？所以说没肺活量唱不了这些个。哦，你包括现在张云雷老唱那个《探清水河》啊，是啊，这都属于唱学唱里边的。嗯啊，岳云鹏老唱的什么《送情郎》，嗯，就这类小曲儿，于老师也学过这些。我们小时候一块儿，这都我有一个小曲儿，于老师是最爱。您很多小曲儿都爱。不，您有最爱的哪个？青楼悲秋啊，我喜欢那曲子。你喜欢那地儿？哎嗨，很多小曲儿其实过去都是北京天津的小曲儿，嗯，但是大伙儿种种原因吧就都失传了。哦，要感谢东北二人转。怎么好些个，你比如说探清水河，嗯，那是正经北京的小曲儿，是没人唱啊，后来人家二人转还保留这个，人家学，当然唱法有调整，嗯，但是也有人说，咱也看过，有些专家说了，嗯，探清水河这是摇调，啊啊，这个妓院里边唱的，嗯，其实这是瞎说，不是，过去这个青楼女子啊，客人来了就是陪人喝酒唱一唱，什么都唱，嗯，贵妃醉酒他也唱，京剧他也唱，是，他会什么唱什么，你不能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唱完了这东西就算摇调了，嗯，咱得讲理，你说是不是啊？没错，没错，来帮客人，我要听京剧，人家这。四个青楼女子给唱段京剧，你不能因为这个把京剧就归到摇调里边，你这个不讲理，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嗯，啊，所以说很多小曲我们都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青楼悲秋》，恰恰是青楼以外的人唱的，是吗？青楼熟悉吧？你看他忘了，那会儿他小。什么叫忘了？他成长的地方。好嘛，青楼，嗯，当初是那个地方，后来。新社会没有了，是啊，当然前些年有那个类似洗头房的地方啊，嗨，这个我不太熟悉，会待会儿让谦儿哥给你们讲，嗯，我也不熟悉，嗯，洗头房20年前那是喜闻乐见的一个群众业余活动的地方，什么叫业余活动？一个小房间有玻璃门、玻璃窗，屋里点一个粉色的灯，啊，里边坐一大姐姐，画的还挺俊啊，嗯嗯，跟屋坐着。嗯，你打那儿过，他敲窗户喊你，喊。谦儿哥确实从那儿经过，但是没进去过。
当然咱不会进去，单纯善良。是谦哥打这儿一走，走过去了。哦，得里边那大姐敲窗户喊他。哦，噔噔噔啊，玩会儿嘛。嚯，谁玩谁呀？这个好不是这么粗的声儿呢，能把谦哥吓着啊？啊，啊你看多少钱？别问价儿，我就不进去，还问什么价儿啊？这是这已经都取缔了，没有了，嗯，没有了，没有了，嗯，旧社会有风化场所。对了，很多有技术的女人在那儿工作，你就别起名字了，嗯，啊。反正后来有那个时间长了，嗯，不想再从事这门工作了，哦，要跳出来，嗯嗯，那个词儿叫从良，是的，就是嫁人寻一夫找一主，嗯，过日子，哎，所以这个小曲儿反映的是那个状态，哦，青楼悲秋，那您唱唱，那挺好听的啊，嗯，今天我唱给于老师听听这个，哎，您别客气，大伙儿都欣赏，好月呀，当空。如同波舟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斜倚栏杆，两泪交流。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家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怎么唱着唱着又往我这儿拐过来了？要不他打小就爱这段呢？哎，跟我有关系啊。这是小曲儿，嗯，这些个呢还属于是我们曲艺的范畴啊，小曲儿。但是唱戏也都是我们的老师，嗯，啊，都得学呀。说相声得会唱戏呀，是是是。像我们小时候在团里边，嗯，那会儿涉及到这段相声里边涉及到京剧了，哦，那会儿老师就给我们送到京剧团去，就去学一学。这段涉及到评剧了，嗯，就送到评剧院去。这栽培嘛，这他那会儿老上那个京剧团。我喜欢唱戏啊，那个人缘啊。谦儿那会儿一送到京剧团，一进门一大帮老头就把他围上了，这熟极了。那是烧锅炉的王大爷，嗯，扫地的赵大爷啊，做开水的孙大爷。我怎么全是大爷？就这帮老头爱他爱的跟老伴儿似的，没听说过。我小的时候净学评剧。哦，您喜欢评戏？哎，老师就给我送到评剧院去。评戏一进门一大帮小姐姐就把我都围上了，全是小姐姐，唱花旦的，唱青衣的，哦，哎，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二十出点头，六七十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嗯，大爷们会吃醋的。哎，这嗨，别提大爷了。哎，为什么要都学呢？嗯，它是因为每一个曲种每一个剧种发音位置是不一样的。哦，这还有区别，啊，对了，它每一个位置有的地方吧，它吐字是一种方法，哦，行腔又是另一个状态，哦，都学会了在舞台上我们得以展现。哦，那你比如那会儿我们还上梆子剧院跟老师学唱梆子，河北梆子，河北梆子，河北梆子，你看比如说都是一个老生唱腔，它这个位置就有区别。您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听一听。你看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梆子老生分男老生和女老生，哦，这也分，同样一个活，同样一段唱腔，男老生跟女老生的唱法都不一样。都怎么唱？你比如他梆子有一个，有这么一个腔啊，嗯，你看，嗯，女老生啊，女老生啊，可说是我的儿啊。女老生，嗯嗯嗯嗯，
还沉浸在那个状态当中。男老生就不一样了。男老生怎么唱？男女同调。哦，男人的嗓子达到不了女老生状态。是，他会有这个本公音背公音的相结合。是，他会半说半唱。他怎么唱？可说是啊，我的儿啊啊！哎，真他妈脆劲。这发音不一样，这就是欠呀、啊，你知道？哎，还有一个呀，爷爷骂给孙子的，不听了，不听了。嗯，哎呀，这长能耐是吧？长了。他其实那会儿老上评剧院找我去，哦，应着名儿是找我玩去，实际是看那些小姐姐。啊、哦，我当时谁都喜欢啊、去了跟人小姐姐们起腻，教我一段吧，是吧？哎，流氓啊，我这是。啊，教我一段，教我一段，我要学段评戏。哦，姐姐们，你哎呀，这把裤子提上。谁呀吧？我脱了裤子跟人学什么去？我哎，那会儿还小，小孩小孩小小子，那会儿刚多大？刚、啊、刚十九啊，是二十。嚯、哦，那就是流氓那个啊。他评剧唱的不错。没有吧？瞎闹。你看，你看，又来了。没有，没有。来段吗？别去，听您的。我陪着你唱啊。哦，评剧有一个现代戏，很棒。啊、你看那个戏呀、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您看黄梅戏、看越剧，它都是才子佳人、爱情生活。哦，啊，它最符合老百姓的口味。嗯，你看秦腔京剧，竟是帝王将相，哦，大气。哎，历史大故事，它不同的剧种，它不一样的故事。是，评剧也是。嗯，爱情啊，家不长理不短的呀。嗯，这个故事。哦，为什么评剧现代戏还多呢？嗯，你看这个刘巧。啊，这都现代戏，拍了电影了。是，这个表现出来，观众能接受，好听哎。他会唱刘巧，刘巧他唱的不错，几句学过几句。我陪你一块啊，咱们唱唱啊。刘巧跟赵柱儿俩人有对唱，哦，小声小旦，谦儿哥唱的可好了。没有没有，我带着，我带着你一块儿、啊，我搭个架。嗯，一见大婶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理，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我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咱到村子里头解决问题，村里头万一他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还是不同意。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省里头一个样式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什么词儿这是？哪儿有这词儿啊？哪就不同意了？哪那么些不同意？没事，您就会几句啊。评剧适合唱现代戏，是是是，但也不是所有现代戏评戏都适合，是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很火，哪个呀？叫《列宁在一九一八》，知道？哎呀，电影、话剧都演，老人都看过。有一个小评剧团啊，觉得也不卖座，也不挣钱，嗯，咱们能不能用评剧演一下这《列宁在一九一八》？演这戏、啊，因为评剧咱们有这个翻这个电影、翻话剧的历史啊，要翻外国戏，那是你包括当年民国的时候，嗯，很多这个老的话剧都被评剧翻了，甚至连《雷雨》评剧舞台上都有过哦。所以说，咱们翻这个《列宁在一九一八》行吗？呵，化妆什么跟电影一样，但是演出来确实有点欠缺。不，这应该有意思啊！这个，哎呀，您给学一学怎么演《列宁》啊，《列宁》我们也粘个头套啊。也穿的跟话剧一样，哦，马甲，背带裤，哎，列宁。十月革命刚成功，嗨，国库紧张，粮食空，哦，我，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呵，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哦，天到值班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啊，要唱《论敦大大大大烫了浪》，忒雷烫，大铺得烫。嗯，列宁
家作克里姆林宫。哎呀，叫一声斯维尔德诺夫，上前听分明。嗯，我命纳瓦西里去把他粮食弄。哎，天到了这半时分，啊，不见回城。呵，还甩枪。旁边斯维尔德诺夫也得唱，他怎么唱？叫一声列宁同志不要着急，为此事我问过捷尔任斯基。这都什么人呢？他言说彼得堡交通不便利，抢到了粮食可木有车皮。哎呀，瓦西里工作一直很努力，你就放心吧，我拿弗拉基米尔一里奇。好嘛，非唱全名不可了。这后边瓦西里就来了，还唱呢，唱肩板。怎么唱？吧嗒唐嘿唐的浪唐隆咚一隆的唐，杀出了东宫圣彼得堡。好嘛，抢出粮食好几包，嗯，忙向列宁去报告。列宁同志，我把粮食给您了，弄回来了。呵，列宁同志开心了，他说腿好了。对，这是正味儿。我一见瓦西里把粮食弄到，哦，不由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喜上眉梢。太闹得慌了，时间紧，任务重，困难不少。嗯，瓦西里可算得什么呀？一个好宝宝。什么词儿？下面请您欣赏打灯谜，表演者高峰、罗恩、云平。谢谢朋友们吧，大家太热情了。哎，到这儿来听相声啊，已经很破费了。啊，再买东西，我们真是很开心。那个，心里话说出来，觉得怪不合适的。嗯，是吧？刚才郭老师喊了半天了，也不容易。什么叫喊了半天啊？就证明他比较卖力气。人家那是艺术啊，郭德纲、于谦黄金搭档，嗯，配合默契。对，说了两段，一说一唱。后台稍事休息。哎，郭德纲先生相声说得好，嗯，大家呢都很喜欢听。嗯，我跟郭德纲的关系非常密切。什么关系呢？发小。发小，从小就认识。多好，从小一块玩，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嗯，郭德纲人性次，大伙儿都知道，是吧？这个人性次在哪儿了？说话不算话。徐给你什么了？你看，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这语言就有点恶毒了，有点虎狼之词了，是吧？就说呀，反正就是说郭德纲啊，往台上一站，这个个头正合适。是吗？你得瞪大了眼睛才能找着他，是吧？这是合适吗？就瞪大眼睛看他的演出。嗯，确实说学逗唱很全面。对，尤其是这唱啊，刚才您听见了，我听完之后啊，感慨万千。我很感慨啊，因为最近上个星期四啊，我们家买了一头驴，啊，没有郭德纲声音大。你知道吗？不是，你这个怎么叫比法啊？这个，怎么了？郭老师跟驴比，他比他声音还大呢。那证明他这底气足，那也不必骄傲，啊，丹田气他练得好。嗯，郭德纲小时候就喜欢唱。哎，对吧？大家又在网上您查过，郭德纲七岁学艺，九岁进宫，一十二岁呢，不是，等会儿官拜。嗯，不是，干嘛？这七岁学艺我听明白了，对，九岁进宫啊，就善了。你很不礼貌，你作为他的徒弟，你把他善了，你这那行吗？我不会这门技术。你怎么，这你怎么下得去手呢？你，我，不是你吗？我不是我善的呀。不是你，你说的也不行啊。你说的九岁就进宫了？进宫怎么了？进宫怎么了？什么宫啊？少年宫啊。
郭德纲小时候嗓子好，家里给送的少年宫，学学唱歌，学学唱戏，哦，进少年宫里全得善了啊。别，我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啊，你这人净是传谣，知道吗？我以为是皇宫，现在有吗？你要复辟啊？咱别扣帽子，好的，我一个月演一场，我回去了。我不是扣帽子，没有这个情况了。现在叫故宫博物院，里边都是游客、工作人员，里边全善了，是吗？那医保也不给报啊。就是啊，他把这句想起来了。你看，反正就是说呀，郭德纲嗓子好啊，一唱起来，按音乐术语说，能达到嗨 C。什么叫嗨 C？ 嗨 C 就是多嗨，他都敢塞进去，你知道吗？就是高了一点。老在这儿，嗯，咱学不了啊。在这儿，一般您到海边听这种声音比较多。什么情况？救命啊！就这声音，快淹死才这味儿了。就这辈子最后一句话了啊，所有精力都搁这儿了。他这能耐大，哎呀，能唱，嗓子好，确实也是好。这是人天生的，嗯，天生条件好，对，加上后天自己的努力，嗯，人唱得好。我也不是跟您瞎客气啊，啊，我这个嗓子天生条件就不好，嗯，后天呢我也不能努力。这个，嗯，你后天怎么不能努力啊？后天我有事儿。后天呢？你怎么那么忙啊你？不是你给我安排的吗？不是，这后天说是后来，是不是啊？哎，反正嗓子不行啊，咱就少唱。嗯，这唱的机会呢，都留给郭德纲。对啊，咱这扬长避短。呵，您呢多说一点。嗯，郭德纲确实相声说得好，大家也很喜欢听。对啊，于谦老师功不可没。嗯，于谦老师跟郭德纲那叫黄金搭档，是配合默契。嗯，你看没有于谦老师，郭德纲啊。没有这么好，嚯，如虎添翼，你瞧，对吧？你看郭德纲收了很多徒弟，你也是他徒弟，对，郭德纲徒弟云鹤九霄吗？嗯，排字吗？云字科的岳云鹏，哎，张云雷，嗯，陶云胜，连云港是吧？李云迪，行是吧？马云啊，你干嘛你？他就收着有钱的的。你每句话都拦我，这个不行啊！不是你眼睛不对呀、啊，连云港那只是个地名了。连云港那不是我们师兄弟儿啊，你前日子你不是提的连云港吗？不是，不是，那是我看猴去了，在那儿。哦哦哦，反正就是郭德纲云字科的徒弟，差不多大家很了解。对，鹤字科也有好样的，是方才那个张鹤伦呢，郎鹤炎呢，还有大家喜欢的曹鹤阳啊，嗯，这个孟鹤堂啊，哎，鹤顶红啊，是吧？你都给他们毒死了，这都说的嘛，听他们相声有毒吗？嗯，可能就是爱听吧。说他们好看，九字科、肖字科，反正都是好样的。对，他就是肖字科的徒弟。嗯，消灭，是吧？姓被，被消灭，对不对？什么叫被消灭？消消消乐，爱消除。不是吧？消防队，你别瞎给人起名字行不行？消什么？消可正，不是什么？我不是肖字科的，那你是什么科的？我是云字科。姓什么？姓栾，栾霄云。哦，你看我还是肖字科的。这个不是栾云，栾云什么？栾云平，栾云平，这名字好不好？好好好，你看，听说有个栾云平，嗯，这人还有吗？你就是，对你就是栾云平，无理取闹。说相声栾云平一提，你说全世界来讲，你说谁不知道啊？反正我不知道，是吧？你是知道是不知道的？知道啊，我能不知道吗？不知道我说这么利索，对吧？这利害吗？这个说相声的都知道，有一个叫马凤英，是不是你吗？不是你啊？马凤英是谁呀、啊？又是您呢？我栾云平啊。栾云平都知道一个栾云平啊？你说这个演员，您说现在来讲，哎，不是咱这说相声，咱禁止抚摸，好不好？干嘛你、啊、不是哪儿说相声扒拉扒拉人鼻子呀、啊？你又扒拉掉了。我就介绍介绍你。什么你这哈？你怎么那么大意见呢？废话，你愣杵这不成啊？这个介绍介绍你，你就是那个栾云平，很有名气是吗？很有名气。你看人栾很有名气，你知道吗？你到了，你记住没记住？记住了，姓栾嘛。对呀、啊，他这姓比较蹊跷，比较怪。嗯，您知道吗？您这个栾，您大概是外姓吧？嗯，就百家姓里大概没有您。知道吗？他这叫外姓，就是外国人的姓。别介啊、嗯、别介啊，百家姓有你吗？有我呀。赵钱孙栾。赵钱孙李呀、啊、还是的。周吴郑栾。周吴郑王啊。冯陈楚栾。别楚了，我这漏了。不，您在哪儿待着呢？您是不是在下瓦房那忍着呢？好，我最后一个。那您在哪儿呢？我后边啊。哪句啊？后边有这么四个字啊。是宁求栾豹。瞎编的，没这句，哪有这么一句啊？你念过百家姓吗？念过，小时候我四岁我就背这个，四岁，
那年我才四岁。你倒甭提你四岁。四岁我背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阖闾施张、孔曹严化、金卫陶姜、七谢邹玉、白水斗张、云苏潘葛、西万彭郎、鲁威昌马、苗凤花方、渔人袁柳、风暴史唐、费连岑和雷魂尼、彭英罗碧、郝官长，不记得有你这高下菜田这没有啊？嗯啊有得有。不是，那你是哪句来了？是你那四字叫什么？我宁求栾豹。宁求栾豹嘛，能没有嘛？那宁求栾豹在后边啊，有这句。对呀、啊，宁求栾豹。哎，您就姓宁求栾豹。我法国人，我四个字的姓我是。那您是？我是宁求栾豹里边那个豹啊。啊，抱歉啊，小豹。哎，咱这有要你这有点不礼貌了。哎，你们这有个小豹不是你吗？不是的，我姓栾、啊，栾豹。什么呀？我怎么栾豹了？我呀，姓栾、啊，姓栾、哎，他这姓太怪了，不好记，是不是啊？那您是工长栾呢，还是立早栾呢？你认识字吗？你这什么尺寸？那工长念张，立早也念张。您是哪个张啊？工长张，走，去。你是不是讨厌我了？有点讨厌我了吧？我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从未来开始的。我一直我就很讨厌你。你为什么讨厌我呀？这不是从大家多了解了解你吗？我有你，人家就乱了。是吗？现在我有一半都以为我叫马凤英。马凤英，你其实你改吧，马凤英挺好听。我凭什么改？我改完了，那一半给我忘了。你看你这人呢，你怎么太不好？我就栾云平，我火不火我也这名了。姓栾，对。还改吗？不改了。准姓栾，准姓栾，不改了，不改了。你要是姓栾呢？我不是东西啊！你看，不是你，他这话就绕的人啊！嗯，什么叫姓栾不是东西？这不你自个儿说的吗？我呢，你这是个你别紧张行吗？你是有点紧张啊？我紧张什么呀？我那你怎么说不清楚啊？我有点一头雾水了，我是不是啊？我就姓栾，姓栾，别着这么大急。栾、哎、老师、嗯，您老师，栾先生，您先生，栾先生贵姓？姓赵。啊，这不是你老有栾先生贵姓的吗？栾先生可不姓栾吗？急是白脸，着这么急呀、啊？你一天到晚的姓栾就姓栾。要你这人呢，这一看就是猝死的像，你知道吗？他老着急，我都挂线了，是怎么着？你老着急，别着急，我是说不清楚，不是我不是说不清楚，啊、你就绕的我。姓栾，嗯，叫栾云平。哎，为什么对您名字生疏一点啊？什么原因？说相声的艺名，对，叫栾云平。嗯，说相声都得起个艺名。是，郭德纲收徒，云鹤九霄，哪这么巧啊？嗯，都是后改的。哎，他这也如是。嗯，原名不叫这个，嗯，原名叫马凤英，啊，这个不是，嗯。不高兴了，不高兴了。他呀，他天天给我起名字。哎，我不叫马凤英，原名我那意思就是原名，甭管叫什么，不叫栾云平。对，原名我想想，他原名俩字。对，对吧？对。薛什么？不对，这不对，这不太像。原名也姓栾，原名叫什么？可不也姓了？我就俩字。对，栾博。怎么样？怎么样？栾博一听这名字就是有钱人。怎么听出来的？兰博基尼吗？对吧？你谁没坐过兰博基尼？兰博基本都泥了。嗯，那是兰博。您姓兰，你到底姓什么？我姓栾。我说那车叫兰博基尼。反正你有，反正你们家有，嗯，对不对？是我有一小兰博基尼嘛？人家里头还是兰博基尼。对啊，家里反正有钱，嗯，有车有房，啊、站着房躺着地。行，人家说相声呢，叫什么呢？叫霍，叫这个叫霍霍，叫爱好，爱好，爱好。哦哦，完全是出于热爱相声。嗯，家里不缺钱，爱好者，家里边有的是钱。嗯，家里边站着房躺着地，哎，住那房子叫别墅，对，四层楼，嗯，地下三层，就这种。我们家是停车场是吧？不礼貌，是不礼貌了。哎，我地上面三层，是不是啊？嗯，反正家里挺有钱的。哎，开豪车，嗯，住别墅，住豪宅吗？啊，你说这样的生活，你说谁不羡慕？嗯，人人得而，人人特别羡慕。是不是？不是，今儿你这嘴怎么回事啊？怎么？哎，今儿这思维有点跳跃，就是剩下这种劲头。哎，对，您、嗯、羡慕您、啊，我也羡慕您，老师也好啊。对，郭德纲的门生，这不假。于谦老师也没少教他。嗯，郭德纲、于谦是全球最知名的相声艺人。对，这么两个演员每天教他说相声。嗯，您凭良心说、嗯，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是，结果还是没说好，是吧？
我整一废物。你怎么废物？你说的很不错了。又不错了。说你没说好啊，是拿您跟于老师比，哦，稍微差一点。稍干嘛？稍微比其他演员都强。嗯，天赋好是吧？郭德纲、于谦在他身上也下功夫。对，每天教他。嗯，每天教两次。哎，拿开水浇他，你知道吗？怕烫不熟是不是？开水沏茶啊，再教你说相声。嗯，他的相声我经常听，是吧？不庸俗，嘿，不低俗。谢谢您，没有那个下三路那包袱。哎，我没有，没有那个低级的幽默、低级趣味，没有。您都说我温，他的相声啊，特别的、特别的含蓄，嘿，内敛啊，我爱听。谢谢您吧，听完不累。好，过去那个说相声、听相声都是艺术享受，哎，后来导致说相声说完了挺累，嗯，现在听相声听完也挺累，全累。听他相声。没有这个，嗯，听完了特别的，哎，就跟没听似的，你看，就非常的呀。什么叫跟没听似的？那是不累，什么没干那个？不是你，就是你这个相声非常的幽默哦，特别含蓄，嗯，有回味。您看看，回味无穷啊，是最高境界。嗯，什么叫回味无穷？就是您当时听他感觉不是多可乐，嗯，别着急，等过两天呢，您就忘了，是吧？就这个，他不给您添麻烦，你给我添麻烦了。你这一说完就听栾云平相声不可乐呀。您再说一遍，听栾云平相声不可乐呀。哎，你看我就想不好这么恰当的词儿。你看你看我给总结了，您自己了解自己。我是很差啊，但是不会有那么差。怎么很差呢？你别老这么谦孙行不行啊？他这个人呢，谦孙呢，啊，揪着胡子过马路不谦孙吗？有一个词儿叫谦虚，那是揪着胡子过马路。这是不，那是谦别人，是谦虚。我谦你就是谦孙。去去去去去，嗯，我是那孙子的孙。有这词儿啊，谦孙。嗯，有谦逊，谦逊。哎哎，别老这么谦虚，别那么客气啊。嗯，绝对说相声，你是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是吧？这是说相声啊，嗯，这是当娘们儿，这是。你当不了，你没那个资本，你知道吗？啊，就是说你是一把好手，是，就是这么个意思。嗯嗯，说相声说多少年了？说了13年了，搞文艺13年了。哎，啊，很了不起，是吧？怎么把郭德纲就给那个蒙蔽住了？嗯，我蒙蔽他干什么呀？不，那他怎么就收了你当徒弟呢？啊，我爱好者，爱好者，哎，比较热爱，平常喜欢听，对，啊。我也爱听相声。好啊，小时候我就喜欢听。嗯，我最喜欢听的都是大师级的。嗯，要不说起点就高呢。您爱听谁？侯宝林先生。好，你看我们主持人叫侯震。对，主持人叫侯震，他的祖父就是侯宝林先生。嗯，对吧？你看看得出来，这相声遗传呢，最多传一辈儿，是吧？就说再往下就差点了，你说的一门都没有。这个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我喜欢听。哎，什么叫改行啊？对，好，关公战秦琼，嗯，戏剧杂谈，哎，这节目出色。好啊，侯宝林那时候现场还演呢。嗯，我小时候侯宝林哪儿演我哪儿听侯宝林，呵，就这么爱呀。这儿有耳福啊。后来听来听去听不着了。怎么？侯大师故去了。啊，得病了。93年。对，我心里难过一多礼拜啊。侯宝林一死我还得听别人啊。那改听谁了？马三立。哦，贺马老的相声也是好啊，幽默大师啊。对，滑稽大王啊。嗯，马三立哪儿演出我哪儿听马三立。嘿，听来听去听不着了。怎么意思？马三立也故去了啊。我又发现了，嗯，马季说得好，嗯，也是相声大师，新相声写多少新节目，对，老节目也好啊。呵，马季哪儿演我哪儿听马季，嗯，听来听去听不着了。怎么？马季死了。你看看，侯耀文说得好，有侯耀文了，确实不错。对，对吧？糖醋活驴，是吧？活鱼，活鱼，听过没听过？糖醋活鱼，小寨联欢会有这么个节目？小眼看世界，是，这我经常听啊，好节目。侯耀文哪儿演我哪儿听侯耀文，嗯，听来听去听不着了。怎么？侯耀文死了。得，我又发现唐杰忠说得好，这是孝佛呀。哎呀，唐派捧哏呢，那还了得吗？成派了吗？自成一派呀。哦哦，唐杰忠先生孝佛呀。啊啊，在评选十大孝佛没他了，唐杰忠也死了。没评选过这个，我就纳这个闷儿。嗯，我怎么听谁谁准死呢？你看，现在我最爱听的是就是你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岁数还不够。没关系，我听一小段。别别别别，你给我来单包袱。不成不成，来末味。不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呀？您有功夫多多听听流行歌去吧您。
我不听，没有什么意思、嗯、你说半天没有什么意思，对吧？我爱听你，这不是好事吗？他总结的是，那几位先生啊是因为到岁数了，嗯嗯啊，你还可以，对吧？你起码能让我听个一年半载的吧。好的，我没两年了，合着。嗯，什么叫嗯嗯啊？啊，我岁数小，不禁听。我这对对对，客气，说的不错。嗯，他的相声说的不错啊，说学逗唱，刚才很多演员都介绍了。哎，说呢就是以说为主。对，学呢郭德纲学唱很多。嗯，逗呢是把大伙儿说笑了。是，相声演员必须得能逗，我们俩就经常逗。对，台上台下都逗。嗯，当然大家你说我是不是老跟你逗？是啊。我是不是你老逗？是。老。怎么这叫不这老逗？这不是什么好词儿。是好词儿，这搁南方老逗是爸爸。老这么客气，你说你这人呢，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吗？不是客气，老逗着玩，对，开玩笑。哎，把这话说全了。各位朋友，为什么我老跟大家开玩笑？嗯，朋友们有知道的，有不太了解的，2700多位哪能都知道啊？还有不知道的。我们俩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嗯，刚才那是有的是玩笑，有的不是玩笑，是吧？嗯嗯，我真是他爸爸，不是的干儿子。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对对，你不要拦着我，你拦着我，观众误认为我是你爸爸了，是不是啊？谁误认为？我是他爸爸的干儿子。哎，您说全。他是我儿子，嗯，的干爹。对，我媳妇儿是他母亲，不是的干女儿。你瞧，他母亲是我媳妇儿，嗯，的干妈。干妈呀，说话不会断句是怎么着？打我干嘛？废话。嗯，你说话老大喘气。我气短呢。你气短，你老是长辈啊。您原谅。不，你好好说，关系没介绍错，你当着大家，你说我是不是你爸爸？哎，的干爹是啊，你看，谢谢你。又绕到进去了，又跟，别在这儿作揖了。怎么了？我爸爸是你的干爹，不要紧。这个什么叫不要紧呢？那怕什么呢？我们这好离析。我不成，我不成啊！你装不知道？这凭什么呀？看他这个人呢，什么都较真儿。你别老上纲上线，别都往正事儿上、真事儿上这么领。这我跟您父亲，我们也是忘年交啊。对，对不对？他父亲欧阳震球，您说在外边，您什么乱七八糟的？咱们，你这说说都没边儿了。要边儿，您得早去。什么叫边儿？干嘛呀？不是我栾云平，对，我爸爸欧阳什么？欧阳震球，你就。这名字我都不知道啊！外号我给起的，你别瞎跟人起，你起外号也得姓栾呐、嗯。栾振球啊，栾振球，哎呀，栾振球先生，不，这名字不好听，咱就栾老吧啊，栾老吧，我们是好朋友啊，对对，咱也是好朋友啊，嗯，忘年交嘛，对不对啊？经常往他家跑啊，是，上回不是上家找你，你没在吗？嗯，他父亲接待的，嗯嗯，我说那云平在家，云平不在家啊，云平喂王八了。关键上小魏那儿忙活去了，小魏那儿，小魏那儿忙活去了，哦哦，对不对啊？喂王八，那我走吧，嗯，结果就走了，走吧，这个相声演员呢，为什么我上家找他去啊？找他对词儿，对，找他排练，我们词儿不熟啊，不是不熟，嗯，熟也得对哦。你看郭德纲、于谦俩人都老干将了，对，经常还在一块排练，嗯，对吧？每到周六或者周日，俩人就奔郊区了，干嘛去？不是钓鱼去啊，啊，也不是钓猴去啊，嗯嗯，就在那儿郊区租了一仓库，这仓库啊，面积也就12平方米，哦，他们的排练厅，哦，对词儿的，真事儿啊，每到周末俩人去，嗯，上回闹笑话了，您讲讲，上午10点钟就到了，嗯，晚上10点半了还没走呢，多累、啊，因为新拿一个本子呀，背不下来，嗯嗯，叫什么呢？叫我爱非洲。背不下来，是个歌颂相声。对，后边有一个外文的罐儿，呵，要了命了。是，打早晨10点到晚上10点，这词儿还没看明白呢，呵，都累了。好家伙，郭德纲出主意，谦儿哥，咱跟这玩意儿玩一天命了啊，咱都快累死了。我出个主意，咱放松放松，打个赌，您敢吗？于谦说：“行，德纲你说吧，您说咱赌点什么？”谦儿哥，您呢把身上衣服都脱了。于谦一听，郭德纲你要干嘛？嗯。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跟我是一样的人，你什么交情？别别，你先别过来，你先别过来。好，等不了了，已经。干嘛呢您啊？打赌不是这个，脱完衣服出门，绕着咱这排练厅这小屋，哎，跑一圈。您听听，你只要敢光屁股跑一圈，我给你20000块钱。20000块？他是有钱人，一打赌这玩意儿就20000块。嗯。于谦一琢磨，这地儿很偏远，哎，快11点了。甭说摄像头，连路灯都没有。嗯，白天都没人来，转一圈弄20000，1分钟的事儿，快啊！你说的啊，20000啊，这就脱，还挺白，这别提色儿了。脱完叮了当啷来到门口，推开门一看呢，一个苍蝇都没有。干嘛呀？
不是，脱了光眼子了。对，呵，这词儿好。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哎，别问，别问。那有的人他就注意这个，他就注意这个，这没有用啊！你注意这干嘛呀？不是，是不是啊？不是，推开门一看呢。一个人，你是一个，你要敢说，你得敢让人问了。这妈妈你敢说，我就敢听。不是，嗯，你就是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手表，带块手表，表带还松点，没结呢，大钢链行不行啊？行，叮了当啷到门口，这不是重点。嗯，推开门一看，没人，没人。郭德纲，你说呢？跑一圈给2万啊！哎，我走了啊！嗯，别锁门啊！别锁门，这是他发坏，那一走，这把门锁上了，嗯，那不是尴尬了吗？一分钟一下回来了，哎，郭德纲掏钱，你看着了啊，门在这儿呢，这边走的，这边回的，嗯啊，2万，你要是不给，你不是东西，你说给吧，他心疼，不给不是东西，嗯，有主意，您说，谦儿哥，没想到您这么没羞没臊。都这么评价，比如说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这2万块钱你就不好意思要了吧？哦，他往回对付。嗯，于谦是后头人，行，德纲你跑一圈钱我不要了。嘿，咱俩接着对词儿。好，哎，好，就要了这句话。嗯，郭德纲拖拖拖完，小黑胖子，那你哥黑点这是啊？叮了当啷到门口推个门，也带块手表啊？也带块手表、嗯？他从来不带手表，黑极了。那这叮了当啷什么动静啊？手串儿、嗯，他有手串儿，不锈钢的。嗯，叮了当啷，你别老注意这个行不行啊？不锈钢手串儿，推开门一看呢，不，你给他买的吗？嗯、没人、哎。好，人有旦夕祸福呀，天有不测风云。于谦跑一圈回来没事儿，没事儿。郭德纲刚跑了三分之一，坏了，怎么了？对面来4个巡逻的，干了，拿那手电筒16节电池的。冲着郭德纲，哎，干嘛呢、嗯、黑丁半夜不睡觉光屁股瞎跑什么呀？刚才你出了一回来我就没理你，怎么又出来了？你两回全是他了，可笑不可笑？哎哎，你这叫什么呢？他们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嗯嗯，加工加工给您奉献。对，你说出去裸奔去，这是编的啊？啊啊，真正排练是真的。经常排练。说学逗唱离不开这4个字。嗯，刚才郭德纲唱的太平歌词多好，属于唱啊，唱啊，不光太平歌词，还有数唱来宝，数来宝啊。刚才这个全淼啊，张潘呢给您唱了一个同仁堂，哎，那就展示这么几句。后来这个数来宝就发展了，嗯，变成快板啊，快板书。嗯，今天我也高兴。8月最后一天，当着朋友们，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我给您唱段快板书，快板书，您也别闲着，我干点什么？你在这儿啊？啊，你预测预测，嗯，我唱的是哪段？就是在你唱之前，在唱之后啊？唱之前啊，我就是赌2万块钱的。你猜对了，我给你2万；猜不对，给我2万。得了，得了吧，敢吗？我们不参与了，这个。为什么呢？好，这段子太多了。哦，那这么办吧、嗯、我唱完了你猜猜我唱的是哪段。行，看你知道不知道。这赌什么呀？这什么也不赌啊。这他不赌了，他又行吗？我也赌、嗯、赌点什么、嗯、赌点什么。如果我唱完了，唱完了你要不知道你是我儿子，行吗？我知道呢。你要知道我是你爸爸。你怎么回事？哦，你唱一段你得一儿子。好，没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咱就不要那个了，那太庸俗啊，咱不说那个。他说完了他告诉庸俗。你就听听这是哪一段吧。哎，好嘞，厅长。好嘞好嘞，厅长。哎，听啊。嗯嗯，你唱了、啊、你唱。疯了疯了。唱啊。等会儿。不是。不是。唱啊。等会儿，你着什么急？不是，你这等什么呢？还有俩没照的呢。
人家那是自拍呢，自拍呢是吧？多可气啊！注意听着啊，哪段？不知道你是我儿子。那还是预测是吧？你这半天没张嘴呀、啊？你我张嘴，张嘴就知道吗？啊，你说的啊！啊，我要一张嘴呢，我就知道哪段子呀、啊。再说一遍，你要一张嘴，我就知道哪段子。一张嘴知道哪段 啊？你这叫抬杠了，你这张嘴了，你张你得有声儿啊，有声就知道啊。嘿，哦，完了，完还等二年呢？不是你后面就没有点词儿吗？无聊吗？无聊啊。再来一遍啊，注意听着 啊，正式来段子你就知道了。好好唱，听这哪段 啊？来到了北展，心高兴。嗯，我给您唱这几句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这唱的是闲来没事儿。出趟城西，这个树木狼林数高低，一二三，三二一，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那一个一。我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一个枝接着一样果，它接的是那编的陈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呀。这就是绕口令儿一个小段，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寿比天齐。哪一段？这不是绕口令吗？你头一句就唱出来了。哎呦，你漏题了，漏题，漏题了是吧？漏题不算，漏题不能算。不，我再来一段。你还会别的吗？我再来一段。这是助兴，热热身，给大家带来几个好，对不对啊？好，你给大家送祝福。哪那么冷就热热身？我再来一段。再来一段，你不用说段子名字。哎，你能给我接下句吗？我也唱两句。你不用两句，接上一句来，证明你有胆子。好嘞，行吗？老有胆子。听这个啊。嗯。换战术了啊，接下句啊。哎，好嘞。我说的是，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来来来来，接下句儿 ，please。我接你奶奶个孙子，很不礼貌，很不礼貌。他接不上来了，一生气，恼羞成怒。我接你奶奶，我奶奶孙子不还是我吗？你说这话有什么用？没有这么个段子呀。小段啊，两只羊啊。你这胡编乱造，胡编乱造，你不懂的。对这个，你还是外行，你别摸我这个，你还是外行，知道吗？真正说相声的，这是基本功。嗯，说学逗唱基本功，报菜名啊，绕口令啊，数来宝啊，快板书啊，这叫基本功。我知道。另外来说呢，除了基本功，还有基本条件。对，你具备吗？我都有啊。都有什么呀？就有条件啊。你有什么条件啊？嗯。你就弄这个什么条件？什么条件？眼睛要我口齿清楚，你清楚吗？清楚不清楚？你还听不出来吗？清楚吗？清楚啊。眼神好，眼神好吗？好啊。脑子快，脑子快吗？快呀、啊。快完了。怎么叫快完？脑子快呀、啊。脑子不可能快。考考你。嗯。姓什么？姓栾啊。嗯，行，够快的。你看，今年34了，知道姓栾，你看。快，你问我姓什么，告诉你我姓栾呢，这么回答呀？啊，这么回答能看脑子快吗？什么意思？小孩都能答呀。既然考脑子，咱来一回逆向思维。嗯，所答非所问，行吗？不太明白。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答话跟我这个问话别挨上，没关系就算对。是啊，能有关系倒算错。举举例子，问你，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吃了。挨上了。那我没吃，有关系。我不饿，错误。一会儿再吃。wrong。我正减肥呢。no。先放冰箱里。不对，搁微波炉里热热。别说了。哎，我问你，你吃饭了吗？吃了，没吃，减肥呢，不饿，一会儿再吃，热一热，这都跟吃饭有关系。哦，有关系就算错。那么应该怎么答呀？问你，你吃饭了吗？我怎么说？你说我有痔疮。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知道吗？你看这两句话有关系吗？它不挨边啊。哎，不挨边就算对了。哦，挨边就算错。那这题我倒愿意来。考脑子逆向思维啊。嗯嗯嗯，这不好来。好，精神稍不集中，它就是顺口就挨上了。不可能。怎么呢？我脑子快，挨不上。行，嗯，当着大家都是评判员啊。哎，对，我也别多问。嗯，五句话你就得挨上。好嘞，大家听着，一句、两句、三句、四句、五句之内，嗯、他又还没挨上，证明脑子快。行嘞，只要挨上就算错啊。好好，没废话啊。挨不上，开始。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痔疮。
今天星期几啊？我动物园看猴去了。你属什么的呀？灯泡还真亮。几句了？三句了。嗯，爱上了。哎呀，这玩意儿爱上了，脑子太笨。接着来呀、啊。不用来了。怎么？爱上了？什么时候的事啊？我问你几句了？我说三句了。这不爱上了？哦，这也算一句。没废话呀，五个问题，这是第四个呀。哦哦，我问你几句了？三句了。爱上了吗？嗯。我问你几句了？你说我爸爸掉老虎山里了，老虎山。这不就挨不上了？不是，那是啊，是挨我跟我爸也挨不上了，可以一块挨上。不是，我不知道这也是个题呀、啊。每句都算。哦哦，没废话，那再来，再来一遍啊。好嘞，好嘞，五个问题啊。哎，一二三四五。嗯，精神集中。好，特别那几句了，那算啊。哎，好嘞。叫什么名字？我有痔疮。今儿星期几啊？我动物园看猴来了。你属什么的？灯泡还真亮。几句了？Thank you very much。哎呀，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哦，最后一个题了，哦，错了吧？也是个题啊。那个问号啊，又错了吧？没有啊，你看看，答案都告诉你了，你爸爸掉老虎山里了吗？不是，我这我没想到，你错了吧？这也是个题啊。五句话第五句啊，我以为你安慰我呢。安慰什么安慰？你不需要安慰。哦，完了吧？承认了吧？不能承认，还不承认？你得，这不是正经题呀、啊。来正经题呢？来个谜语啊，急转弯，这能考考智力的？考考你，哎，打灯谜哈，咱今儿这是哈，啊，注意听着啊。嗯。考你一个什么呢？考你一个字谜。字谜，字谜。哎，听这念什么字？注意听着，听着呀。说啊，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猜猜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谜面嘛，乱七八糟。打一字，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这个咱来来来，别磨蹭功夫啊，根本猜不着。猜不着，猜不着。输我十块钱啊！嗯，注意听着，怎么还有十块钱啊？要十块钱我就不参与了。哦，行行，哎，忘了，忘挂赌了，忘挂赌了，没关系，那咱就让你长点学问。行，这不给钱啊？这是哪个字呢？嗯，你要听着好，给钱啊。好，森林的森，森林森会写吗？知道啊。怎么写？三个那木头的木吧。哎，就是我这个谜面。是吗？森林的森，能讲一讲吗？我给你讲啊。呵，你注意听着啊，洗耳恭听啊。森林的森，你怎么叫一个不出头？你看那木字怎么写呀？嗯，它是一个不出头。哦，这就叫一个不。出头，嗯，两个不出头，两个也是这不字往上出头，嗯，你们三个不出头，三个这儿还一个不字出头，你看不是不出头，您听清楚，不是他不出头，都是不出头，都是这不字往上出头，哦，哎，好，在这玩意儿学问，好，真好，学问，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嘿，好，有文化没文化，这是个字谜，哎，哎，森林的森，长知识。森林森三个木，嗯，三个金，金银的金念什么？心。三个水，鸟。三个土，窑。三个口，品。三个日，经。三个一，不知道。三呢？这一三得三，这多基础啊！你幼儿园侯阿姨没教给你吗？不是三，我能不认识吗？你自个儿说的，不知道你说的。你刚才上的一个底俩，上一底俩，你是仨落一块儿了。这也上的一个底俩呀。这三你怎么瞧我都认识，他也是三。你不行，脑子还是不行，你老不承认。嗯、再来一个，哎，再来一个象形字啊。象形字，我比划一字，你猜猜啊。哦，你谁？你比划一个字。我就是字。哦、你长见识啊。俩胳膊一伸，俩胳膊一伸，猜一字，看念什么？十。哪十啊？数目字八九十那十。好、哦，上面再加一横，比如说再顶着一横，猜干。哪个干、啊、干工作呀、啊？干。不对啊，不对，就是干。不对，怎么不对啊？不对，这什么字？于谦的于，于谦于还有一勾呢。我这翘着脚呢，我看不了这么仔细。你大褂又长点儿，你不认真，你赖谁呀、啊、你啊？废话，我这看着你，我看你脚干什么呢？不翘脚，告诉你不翘脚，你也猜不着。哦，不翘脚，上面加一横，猜干呢？不对，这是和平的平。和平平有俩点儿啊，我有俩耳朵，这耳朵又成点儿了，这俩大点儿没看见呢。不，甭起哄，甭起哄。什么叫起哄呢？你猜不着啊。你本来就是我这的耳朵算点儿了。你看你这人，不算这个啊，不算这你也猜不着。再来，站好，一叉腰猜。这是中国的中，不对，这是申请的申，申请申还横呢。我有裤腰带，我看不了那么透彻，你知道不知道你？嗯，你我看不了这么透，我比划你也不知道。你比划我瞧瞧，这个，这毛巾的巾，
不，嗯，这是那吊车的吊，吊车吊上没口，我这张着嘴呢。行啊，这小子啊，遗传怕，这叫学还挺快。你看看，遗传怕什么关系？哎，就是我学完这，你也会这个，嗯，遗传。那不叫遗传怕，那叫遗传。啊，对，遗传。这个玩意儿遗传，你甭很厉害。一般我这都传男不传女，你看，没想到让他小去了，甭绕的我了。这个我再给你来一个，嗯嗯，语文难不住你，来数学题，数学题也好啊，几何行吗？没问题，平几可以哈？可以可以，平几？就是那个角什么那个玩意儿。对对对，平面几何啊？注意听着啊，低头，你快点，动作慢了，重来。低头有什么？嗯，这不是桌子吗？对，呵呵，太机灵了，这属于几何啊？对对 ，smart smart。一个桌子几个角？快说。四个。拿刀剁一个角还几个？仨。不对。哎，不对。怎么叫不对？五个。不可能到多了呀。你看你五个角那有错吗？你不怎么能剁出五个来？一个桌子几个角？四个呀。拿刀剁一个角，数。一二三四五。四五。哦，你不是这钝角也算是角吗？是角是角角吗？锐角、直角、钝角、平角、周角，五大角吗？嗯嗯，对不对啊？凭什么不算呢？是，再来一回啊！一个桌子几个角？四个。拿刀剁下两个角，还有几个角？六个。不对啊，还四个。怎么还四个？你这样剁？怎么剁？你这不叫剁，你这叫切呀！摔死我！你出题的时候，他出题是拿俩扇子当刀，我以为俩刀呢。对，他都是放下一个，他这么切啊，我逮不着你啊！脑子不行，不承认呢。我说四，你又改六个了。行行行，你说一个，嗯，你说一好的，我说一好的，你说一个，我说咱说一老谜语啊，真是，你注意听一听，我就不相信。你说我就猜出来，听着啊，嗯，那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都不怕，你掏点真能耐，日落西山不见他。你是真不知道灯谜老爷值多少钱？简称的，你不信你扫听去啊！哎哎，什么叫这个？哎，叫猜吧，猜，你还没说呢，猜什么呀？我说了，我这声多大呀？说完了啊！你刚就在那儿那个随便的，就是说呀。我怎么叫随便？我们这都计划好的呀。哦，行行，你再说一遍。我说的时候您注意听。我认真听听。别我说你也说啊！你说我听着。说千里随身不恋家。说实在的，我这灯谜又来了，是不是？看这不是丰富一点吗？你不哦，你来。千里随身不恋家，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哎，水火刀枪都不怕，多没意思。日落西山不见他，说呀，你们说完了，让我猜。哎，你猜这吧，你没说完呢。怎么？后边得有一个客户啊。嗯，后边有打一什么？对对，有没有？就是还真是确实灯谜老爷。哎，灯谜吗？都有这个，是不是？打一什么？打一虚物。打一虚物。哎，打一什么虚物呢？这虚物。我说我告诉你多好哦，对，他不能告诉我，是不是？我得动动脑筋。嗯，你这个呀啊，猜着了，说放屁，这叫什么语言呀？对不对？放屁，不是，指定是屁。你别这指着我嘴叫指定是屁啊！你看你这眼睁，你让人猜不让人猜啊？不是，我猜你这谜底指定，别来这手，是屁，不是。没讲，我就明白您意思了。你这玩意儿太低俗，我不爱猜这个。我说完谜面了。对，你说谜底是放屁，太对了。讲不上来，讲得上来，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可以问一问，听着啊，你说吧。我问问您啊，来说，千里随身不恋家，放屁。你解释解释，千里随身不恋家。嗯，这是你说的，可不我说的吗？你出门走一千里了，哎，你想家了，想了，那屁不想家，是吗？你从北京南站坐高铁奔南京了，嗯。没坐15分钟，你放一屁，哎，屁想家了啊！顺着铁轨回到北京南站，坐地铁回家了。嗯，打门缝里挤进去，你媳妇正炒菜呢。是，提鼻子一闻，啊，我爷们儿屁回来了。呵，有这事儿吗？没有。哎，千里随身，你走哪儿屁跟你哪儿。嗯，不恋家他不想家啊。千里随身不恋家，那二句叫合理不合理？不贪酒饭不贪茶，更对了。讲，你饿了知道吃，渴了知道喝。对，那屁不吃也不喝，嗯，连比划都不会。哈，没听说过你正吃着美着呢，嗯，放一屁，赶紧弄俩馒头扔后边。呵，你过3天那俩馒头还在那儿，你信不信？谢谢。能让屁吃了吗？嗯，你上厨房拿酒去了，回来一看菜都没了啊，那丸子还剩一半，让屁吃了，那不像话了，被屁所累。呵，这辈多冤呢，对吗？嗯，不贪酒饭不贪茶呀，是。第三句叫水火刀枪都不怕，太对了。怎么了？太对了。讲，拿刀剁你怕不怕？怕。拿枪打你怕吗？受不了。那屁不怕。嗯，大刀剁屁。好，
斧子砍屁，嗯，拿枪扎屁，啊，这酷刑啊，都不怕，嗯，屁连原子弹都不怕，哎，水火刀枪原子弹一概全不怕。你别加字儿了，你看，哎，要默一句啊，什么叫日落西山不见他？多合理呀，啊，是吗？干嘛还日落西山呢？嗯，白天哪位见过屁什么样？嘿，对了，对吗？屁长什么模样？哎，多高的个头？嗯，什么身量？啊，嗯，小分头，小平头。什么样没见过？是屁穿一灰大褂，站在旁边戴上溜筋的。我屁，我是看着挺精神的，其实，对吧？嗯，对，什么对吧？你是这模样吗？不是，那见呢？想见吗？想见，有这需求啊。啊，澡堂子，澡堂能见着。洗浴中心热水池子，嗯，有老头正洗呢。嘿，一看他那后背脊梁沟那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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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冒泡。嗯，听其声，闻其味，不见其形，此乃屁也。呵。说个屁咱就别拽了，顺情顺理。哎，我这谜底不是放屁，不可能，我都解释上来了。不，我这谜底是个虚物。是什么？影子。影子。对， shadow。 嗯，哦，您说这是外语了，这属于不合理。怎么我能讲啊？你说说，别让我问住啊。哎，头一句千里随身不恋家，跟影子有什么关系？人上哪儿影子上哪儿。哦，这人出地千里，人想家，影子不想家，这千里随身不恋家，人上哪儿影子跟着上哪儿。对，你这天出门了，去阴天。嗯，影子在哪儿了？阴天。对呀，啊，阴天有影子吗？说没有。千里随身，他随着了吗？没随着。合理吗？嗯嗯，合理。合理吗？合理。哪合理啊？不合理啊，我那屁不怕阴天呢。你别老下雨他也跟着呀。啊，别老提那屁。哦，一下雨屁就不敢出来了。不是，我合理，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解释。你看，你看，你看，阴天不算。你看，先弄一不算搁头里，怎么对了，还带不算的？我忘了这句了。第二句，阴天不算。二一句，要不贪酒饭不贪茶。为什么是影子？人啊，饿了吃，渴了喝。对，影子他不吃也不喝吗？不贪酒饭不贪茶，跟我那差不多。嗯。三一句，水火刀枪都不怕。跟影子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嗯，你要是水火刀枪人都怕，对，影子全不怕呀。哦，没解释一样。哎，对，水火刀枪都不怕。第四句叫日落西山不见他，为什么是影子？哎，就这句最合理。你解释，日落西山呀。嗯，太阳一落山，影子就看不见了。哦，太阳一落山，影子就看不见了。对，月亮又出来了。这灯底下这影子，这谁？这谁呀？这是多大了？咱们这儿。什么叫多大了？现在太阳落山没落山？落山了，看得见影子看不见。嗯，这影子这都谁呀？这都是这个啊。嗯，影子是是有影子，看见了，落山了。灯也不能算，这也不算，不算，前后俩不算。哎，我那放屁什么都算啊。他老忘不了放屁，不合理。你这不合理。嗯，干脆我再跟你说一个。再说一个。我跟你说一好的啊。啊啊，我跟你说一好的。好嘞，咱赌一百块钱。一百块钱呢？一百块钱。哎，你要猜着我给你一百块钱。嗯，你要猜不着给我一百块钱。行，咱别矫情。哎，咱来就来回好的。这是来回什么好的呢？咱来一回新鲜的传统的，来一回扣字拢印的。嚯，您注意听着，我来这什么扣字拢印的呢？我先想一想。啊，咱来一回什么呢？咱来一回叫半夜叫门问声谁？你猜猜这个。哎，叫一百块钱，一百块钱一个。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准猜不着。我在家待着呢，嗯，他找我来了。栾云平，谁呀？我，猜不着。来一百。为什么？猜着了。什么字？谜底我呀。不对。什么叫不对？不对，你这脑子太笨，我得换一个。对，说是啊，哎，小孩见面啊，忙撒岁。切、嗯，这小孩怎么憋不住？你这不对。这我猜着了啊，我告诉你，半夜叫门问声我。你怎么了你？咱这表演表演。打灯谜还有表演？那你不认输啊？怎么演？你我在家等着。嗯，你找我来，找你来，说出我字就算输。谁说我算输啊？啊，谁说我算输？这你说我算输啊？一说我就算输。对呀，不说我算赢。嗯，开始表演。嗯，你在家里边等着我。是，我可不一定来。啊，那我等雷呢？是怎么着？我这非得来？那就得来呀。死约会。是啊，说不出我来。嗯。哎呀，没事上栾云平家去一趟。哎，说说到了。有话，您好，哎，您好，门口迎接我呢，谁门口迎接你呢？哎，我来了就看见你了，别摸了，我在家呢，这不瞧见你了？我瞧不见，这有门呢，有什么门？哪有门啊？哎呦呵，哪有门啊？不，这好比有门呀，舞台表演不能真门呢，好比有门，对，敲门呢？这不一小木头吗？敲这个，敲门，对，没事上栾云平家串个门，嗯，还到了，你看。
没在家。在家呢？在家怎么不出来呢？废话，你半夜叫吧，你得叫我呀，你这磕的磕的鞋我也出来瞧瞧啊。还得叫你？是啊，太麻烦，他这玩意儿100块钱值当的吗？哪有这么麻烦的？还得叫他，说实在的没听说过。孙子，哎，怎么回事？咱们叫了啊？你叫孙子呢？得叫大名啊。啊 哦，我小名也不是孙子呀。叫大名，叫大名，来来来。栾云平。谁呀？拜拜。嘿，你有病是怎么着？没说我呀。啊，你叫完了就拜拜啊。啊，跟你打个招呼。不不行，你得说我。说我输了。你怕输别来呀。不是我呀。再来。矫情吗？根本也就是我字。怎么的了这是？栾云平。谁呀？就这么办了啊。就怎么办了？咱们白天定这事儿，甭介说我，非说我就得说我，说我就输了，你怕输就别来了，不念我呀，再来劝人说我，栾云平，谁呀？快递，去，没有半夜接快递的，你这急件半夜叫门，你就得说我，不念我吗？眼睁是个我字吗？没见过这样，哪有这样的？再来再来，真是，栾云平，谁呀？送花圈的，去。你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了、啊、废话，有什么事儿就送花圈呢？100块钱可以半夜了，100块钱花圈都给人送家去。对，100块钱，你别把脸给丢了。现在谁还在乎这100块钱？太可惜，他眼睁就是你我字啊！认输你这人，什么叫不认输啊？是你出的，就是我呢。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说我就输了，说我就输了。对，他要不认输呢？那不是玩意儿啊！这是你说的啊？是啊，谁呀、啊？我，你输了，我输了。下面请您欣赏万寿图，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别送了，我都没地儿站了啊。谢谢，给于老给我的。嘿，这是关老爷。来，哦，哎呵，来把脚底下的拿开了吧，啊。那小伙子你也糊涂，照完相把东西还拿走啊？啊，还有我呢，你看这事闹的啊！哎，得了，给您添麻烦啊！这就是说相声的跟别的艺术不一样的地方。嗯，啊，你说跳芭蕾舞跳半截，你不能来过来照相吧？是吧？对。但是说相声是可以的，啊，互动，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啊，这么些年来，得亏您各位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哎，当然要感谢谦儿哥。那是没有感谢我哥，我每次上台必须得感谢谦儿哥。怎么？因为我在这个台上只占20%。哟，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就只是说他们呢，合着没办法啊。怎么呢？不说你说谁呀？哦，我从小学相声，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了。捧哏啊，谁站在外边谁说我。他们也说。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郭德纲他大妈怎么着？如何如何的？嗯，我们这行就这样，谁站在里边谁应这个活，谁拿这份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这不是真的列位角色。你以为我站在台上，我说谦嫂如何如何，嗯，我就那么开心吗？啊，你就那么开心，你就让我看出来了。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您又客气了，见嫂子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那倒是应该。真的，我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哎呀，心里别扭。嗯，工作上的事或者什么事别扭，哦，解不开这个疙瘩，怎么办呢？谁劝都不行，只有嫂夫人。哦，我媳妇劝。哎呀，我跟自己较劲都不行了。嗯，到嫂子那儿去，嗯，一定能够把我说服。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词儿。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嗯，咱们就当好词儿听，反正。我们好好过日子。这谁呀？真的，嫂子也确实是大家闺秀。哎，他谈不到，人家这才是一家人家呢。这个是书香门第，宦官之后。是宦官之后。人家那个不是宦官，是太监。啊，是吗？您是真刚知道吗？家里做官的吗？不是，嗨，做官的倒是。他曾祖父做官的吗？啊，那是老年间在清朝负责鹤顶红的品鉴。
这差事官运不会忘吧？上任的当天就去世了，啊，那就是来活了，那就是。后来，他祖父，也就是他爷爷，不就说了吗？啊，说咱们别做官了。怎么不做官了？瞧老爷子做官，上任当天去世了。啊，咱们还是多活些年比较好。这是好的。所以后来他的祖父，嗯，投名师访高友，成为一个武术的大家。哦，练家子了。那当然了，天下有名的侠客。都教过你的祖父，哦，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铁砂掌的大师，哟，那是双手上的功夫，单巴掌挥动500斤的力气，哦，两巴掌1000斤，有能耐，教过你祖父，是啊，可惜这位大侠英年早逝，哟，怎么死的？早晨洗完脸啊，拍爽肤水啊，哎呦，拍个稀碎，这么大能耐跟自己是要使什么劲呢？这个。就是这样的侠客都教过他祖父，哦，就拜着缺心眼的侠客们。那祖父很厉害呀，真有能耐，啊，那是 啊到最后铁兵刃不敢沾手，为什么呀？怕把对方伤着，就这么大本事，出门在外得防身呢，那怎么办呢？带着葫芦，一葫芦就打架了。哎，对方一来人了，老爷子掏出7个葫芦来，还7个呀？有口诀啊？怎么念呀？叮当当，咚咚当当，葫芦娃。没有七个，没有七个，一个，啊，这差不多。一个大葫芦。哦。后来嫌一个葫芦杀伤力太大，那还怎么办呢？从当间切开，半拉，半了葫芦，这叫瓢。是，他祖父背着这瓢啊，那瓢遍天下，那叫打遍天下，打遍天下无瓢手。哎，好嘛。顺我者昌，逆我者瓢。好，上下游他全包了。嗯。再后来，他祖父就病了。你看，就是瓢的，这就是。嗯，你别说这么脏。废话，这瓢的瓢遍天下，可不是病了吗？这个不是，练武术练得走火入魔。哟，真病了。得了很重的病。什么病啊？全身不遂啊。哎，全身不遂。是的。那叫半身不遂，得了2次半身不遂。好，一边得一回，对上了。嗯，但是头脑很清楚，那有思维。哎，而且眼睛能动。这怎么眼睛怎么动？全身都不能动啊，但是眼睛很活跃。哟，哦，这眼神很好。嗯，哦，家里说这怎么办呢？嗯，得了，给娶个媳妇儿吧。干嘛这时候成亲呢？当年管这个叫冲喜。嗯，冲喜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喜事进门来，把这事儿就冲开了。哦，有这么讲法。这才娶了你的奶奶。哦，结婚了。老两口过门之后十分的恩爱，是生了8个孩子。那是那时候说天底下。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问问您啊，嗯，那个光靠眼神就生8个孩子？啊？这可能嗯啊，行，就别往屋里吊人了。嗯。爷爷个性，什么叫个性？要强，没有要强的事，反正是有孩子，有孩子是有，要不然你父亲能这么嘚瑟吗？怎么嘚瑟了？你想他爸爸那会儿年轻的时候正赶上好时候，怎么他爷爷挣这么些钱也没来及挥霍啊，都给他留下了，到他爸爸这儿，他爸爸那会儿这叫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呵，玩大胯子，不是啊，没听说过，怎么说？那叫纨绔子弟，先玩裤子啊。啊，后玩大胯是吧？玩什么？纨绔子弟。纨绔子弟。对，他父亲年轻那会儿，嗯，那会儿就穿英国的西装，洋装，意大利的皮鞋，这讲究。喷法国的香水，这世界最好的，特别的香啊！这什么牌子？法国香水啊？那什么来着？特别香，哦，没听清楚啊。什么牌子？嗯，对对，哎呦，可香了，啊！你先别顺着往下说呢，你这。这什么牌子呀？王守义，嗯，啊，13香啊！我爸爸出门喷一身佐料干啥？我得会呀，我呀。不会您就我得会这个化过发呀。哎嗨，什么化呀？化发会吧？法国化。我可得会，反正很香就是了呗。哎，是。他爸爸戴那大戒指啊，好家伙，祖父绿的啊，祖父绿的，那叫什么？那叫祖母绿的。让祖母绿的，
那还是祖父绿的呀，这个。不管你们，不管你们那个，不管你们啊，就叫祖母绿。反正很厉害啊，就这么一个家庭，包括后来娶了他媳妇儿，嗯，嫂子真好，哦、嫂子体育健将，啊，他是练，哎，国家跳河队的，嗯，跳河队的干嘛？什么？跳水队的呀？国家跳水队的。对呀、啊，哎，经常出国比赛。哦，这回啊，英国了，嗯、是过两天啊，澳洲了，嚯、哦，最近嗯，接客了。这接客了，接客就好长时间了，没听说过，这练跳水换工种了，这个接客斯洛伐克，您说清楚了，出国了吗？哎、这不是就爱上接客那儿去，嗯，啊、挺热闹，嗯，那是嫂子还参加过那个全世界的铁娘们三项运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叫铁娘们就是游泳、蹬三轮车、打老太太那个什么呀？改流氓了吗？这不是铁娘门三项运动吗？别走大字眼了，您就不是所以说铁人三项、啊，所以说没有人敢对嫂子有非分之想啊！是的，那个那不是一般的娘们呢。呵好，铁娘们愣，知道吗？嗯。但是呢，有时候从他们家门口过，我还愿意进去跟嫂子聊会儿，嗯，看看老太太啊，看老太太，看看他母亲、嗯，他爸爸经常不在家。哦，不在家吧？他爸不在家，有时老出去。哎，找人喝酒去，门口这王奶奶家、李寡妇家什么，他爸爸不在家，都上这地方去。对呀、啊，就是家里有时就是他媳妇儿跟他母亲，啊、哦，就娘儿俩。哎，走到你家门口，哟呵，谦儿哥的家到了，就爱上他们家玩去，是吗？住平房，哎，比楼房舒服。是，抬手拍门，哦，啪啪啪，这是拍门的吗？这个，我啪，啪啪啪，你换个方式。嗯，就得这个。哎呀，这过瘾呢！你别的不会。嗯，一敲门，嗯，厅里边出来人的声音就是嫂夫人。那怎么听出来？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呢。啊、哦，他喜欢唱。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嗯，脱毛裤啊！哎呦呦，穿上这好。什么天儿，您连毛裤都穿上了？门分左右啊，嫂夫人出现在门前。哦，来了，穿着个超短裙儿。嗯，这场合穿超短裙，在家里怕什么？又何况不是那么短啊？到哪儿啊？锁骨啊？那不是超短裙，那叫假领子，知道吗？超短裙上面这边在锁骨的上头，我问下头，在锁骨的下头，这不还这么长吗？这个啊，嫂子您挺好的，嗯，嫂子可大气了。他说：“死鬼，哎啊，缺德的啊！哎呦，提上秋裤就不认账了。好，啊、这毛裤换下去了。嗯，上家去吧。嗯，那个谦儿哥在家吗？哦，你来的正好。嗯，刚走。哎，刚走。”刚走叫正好啊，那个老太太在屋吗？看老太太，老太太在那屋呢。哦，平房大院，是我得看看你母亲，应该的，你妈就是我妈。您哎，一打开门，嗯，老太太坐那弹钢琴呢。哎，我妈好这个，这是一般的老太太吗？是吧？啊，戴着个金丝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嗯，有文化，坐在钢琴这儿，上面放着谱子，还有谱，离着远瞧不出来啊，隐约看见柴可夫斯基也不什么什么协奏曲，这还挺高端。不敢打扰啊，嗯，老太太那儿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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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妈坐猪圈里弹钢琴呢，没听说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这是什么柴可夫啊？这送柴火那个司机写的，哎，啊，不怎么样，我哪懂这个玩意儿去啊？哎，一曲终了，哦，老太太一回头，嗯，还是。猪八戒走了，这是啊，嗯，老太太回头啊，瞧见我，嗯，兄弟，等会儿，越说越不像话了。我妈管你能叫兄弟吗？你这个人有问题。我怎么有问题？咱俩人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呀。对呀，啊，对不对，啊？我拿你母亲当我的亲娘啊。那就应该的呀。我这一进来，老太太看见我了，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德刚来了啊。前两天还念叨这小子怎么不来看看我来，哦，他们说你忙出门演出去了，没想到说你就到了。今天看见你，我真高兴。嗯，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我这。
这怎么都听乱了呢？这娘啊，您挺好的啊，好，快坐那儿子。嗯，最近挺忙的吧？哦、还行，托您的福。哎、老太太您挺好，还行还行还行、哦哦哦、啊。今儿你来了，赶上好日子了。怎么？今天是我生日哟！您赶上了。哎呦，我的娘啊！啊，您高寿啊？是，我生于昭和26年。对，日本人，您老太太日本人呢？不是，我怎么按那儿的算呢？我出生那天，我们院里招了一个姓何的来了啊！别提这个，我有点印象。那人26岁啊、哦哦，到今天我也不老小的了。是，等了，那个、嗯、今儿来了，好好的，一会儿咱们吃寿面，那好，喝点寿酒。哎，哎呀，娘啊，我不知道您过生日、嗯、啊，要知道您过生日，我不能空着手来呀、啊，还要送礼啊。老娘，您坐好了，您，我给您念一个增福增寿经。您还会这个？老太太说：“听经哪能坐着？那你等我躺下，躺下听经。”老太太躺好了，拉过白床单一盖。哎，得，这就要送。哎，念吧。哎，对，我这志志诚诚，嗯，给你母亲念这增福增寿经。是，道长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太下海中江声好，苦海滔滔孽似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往在世上走一遭。这是增福增寿经吗？这个接地接地不是接地不是僧接地不是这你划着船来的是怎么着？巴扎嘿，这什么都有，这里头怎么那么乱呢？我哪懂得这个去？表一表我的心意，得了，心领。念完经了，我一看，好，老太太睡着了。你瞧，没听进去啊！上岁数人家就听着听着，哎呀，困了，觉多呀，我也不敢动了。是啊，你看这会儿功夫门一开，谁？你媳妇进来了。她看看我，嗯，啊。对了，睡了睡了啊！哦，嗯，啊，走走啊，回来！怎么意思？你们俩这满脸跑眉毛的，这个老太太睡觉了，她叫我出去啊，帮着她上厨房做饭去。就做饭就做饭，你说不就完了吗？怕把老太太吵醒了呀。哦，我们俩一前一后出来。你们俩是做什么心虚的事儿啊？到厨房，嗯，把门关好了，哦，插销插上，把帘挂上。你们干嘛呀？做饭。做饭关门撂帘干嘛？平房这屋没有抽油烟机、哦，万一油烟子出去给老太太熏着怎么办？哦，怕给老太太熏着。嗯，你们就不怕熏着啊？我们会人工呼吸，不去了，不用。脏心烂肺，不是你说清楚。做饭呢，我们正忙着呢。啊，外屋打起来了，谁跟谁呀、啊？你母亲跟你那儿子。哟，这怎么会打起来呢？于谦老师有一儿子，是淘气，这小孩嘛，没有这么淘气。当然家里是真宠，那是啊。你想，这孩子这个名儿就很富贵，叫什么？张王李刘赵孙杨。好家伙，这几个姓没有一个姓于的，你讲。这就如同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啊，不用这样。张王李刘赵孙杨，哎，进门一瞧老太太睡觉，他可得意了。是，因为你母亲好抽烟啊。对了，有一个烟袋啊。现在老太太抽烟的很少了。是是，你母亲呢，抽不抽搁一边，这是一个念想。怎么个念想？好家伙，乌木的杆，白铜的锅，翡翠的嘴儿，真讲究。这是你母亲的陪嫁。好家伙，4-5年了啊，四五年了。陪家4-5年了，1945年嘛。嗨，您说清楚了，就爱这个啊！想当初闹日本鬼子，哦，2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嗯，1队把你父亲押出来了，哎呦，1队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好家伙，日本军曹拄着刀告诉你母亲，说人和烟袋只能留一个，真狠！你妈哭着眼泪哗哗的，啊啊！一指你爸爸，是是，把他弄走吧，把他弄走了。你父亲抓走的转年生的你大姐，那时候就是日子啊，确实是。不对，怎么不对？等会儿啊，转年得走转年生的我大姐，转年年底得说啊，年底也不像话呀 啊这怎么回事？不是你爸爸半截跑回来了，哦，跑回来、哎，你爸爸到了那个日本兵营，我得跑啊。对呀，你爸爸就
往外跑。哦，一跑呢，哎，日本鬼子一枪给他撂那儿了。这还是没他事啊，这里头不是打腿上了，没死了啊。哎，一转身掉山涧底下，还摔死了。不，山涧底下他有草，没死，掉石头上。好，还是摔死了。不是，他踩着石头，他爬上来了，还是没死。哎，一上来日本兵等着了，当。你折腾我爸爸干嘛呀？我折腾我行不行？这还没有用，你就不你说清，这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这太重要了。这反正这个烟袋很重要啊。这怎么着了？小孩跟这玩烟袋，啪嚓，烟袋碎了。哎呦，你母亲一撩这白单子，噌就起来了。是啊，我要咬人呐！怎么了？这是呆子，还孙猴追这孩子。哎呦，娘俩跟这院里边打起来喽。哎呦，多热闹！孩子哭，大人闹啊。厨房里边我跟嫂子就听见了。那还不听见？嫂子一听，不对呀、啊！啊，这是我儿子哭啊。他听得出来这个声音，我熟悉啊。是张王李刘赵孙杨，别提这名了行吗？哎呀，我得赶紧救我的儿子。哦哦，站起来，开个插销，拉开窗帘，推开门，往外就冲啊。早干嘛去了？哎呀，我儿子这是怎么的了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怎么连衣服都脱了？不是刚才热把外套脱了。哎，您说清楚。哎，他一出去我也得看看去。就是啊，这好模样的，你连裤子都脱了。你们到底是做饭的吗？这个到院里去吓死我了。怎么了？你媳妇跟你妈打起来了。他们俩爱打起来。好，裤衩满天飞呀。嚯，动了手了。我也不能搭茬，我也不能说话，我也不能劝。那是站边上我跟傻子似的呀。嗯、啊、嗯、哎呦，你媳妇真急了。是妈，我跟您说啊。说什么？您说出大天去您可以，您管孩子我不拦着、嗯、您不能欺负我们孩子、哦、是是，您看我儿子哭成这样了啊。嗯嗯，我可怜的张王李刘赵孙杨，你别提这个了行不行？ 啊您要这么欺负他，我跟您说实话吧。哦，这儿子不是于谦的。老太太仰天长笑。哦，你以为这个玩意儿就降住我了？是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没听说过。后来啊，他这个不行了，这玩意儿没有连续的。嗯，我就爱说点于家的真事儿。哪有真事儿？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不要往心里去。嗯，因为真有那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指责我，你为什么老说人于谦的爸爸？嗯，为什么离开人于谦家人就活不了？哦，其实我们说了好多跟他们家没有关系的节目。是啊，啊，人们不爱理。哦，我说了一万段诗词歌赋，学昆曲的，他不往心里去。哦，这里边有一个屎橛子他就咬着不放。你瞧咬这玩意儿。其实好多时候人给别人提意见的目的不是希望你好。哦啊，是拿你的不足弥补我的平衡。哦啊，这是什么这种心态。你说这玩意儿，你看电影啊，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电视剧啊，一男一女俩人一被窝睡觉啊，你也知道是假的，假的你还爱看。那是啊，那儿一举枪躺地下直哆嗦，你也知道是假的。那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啊、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嗨，是不是啊、嗯？你以为我在台上这么说，人家这于老师人家愿意？当然，于老师想的是为了艺术。于老师，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传统艺术。嗯，我在台上说你这些个，你愿意不愿意？哎，他把我给豁出去了，你想什么我？你这个可以，你这个、不是可以说这？嗯，那再来一个啊！您把我摁瓷实了，您再来一个。这个就跟唱戏似的，嗯啊，你比如这老艺术家95了、哦，京剧小生95，他上台他演这活也是个孙子啊，没有胡子吗？你不能说他都95了，你们为什么不尊重人啊？哎呵，你这玩意儿就欠一大波溜吧，是吧？嗯。5岁的小孩带个胡子上台唱戏，5岁他演的也是个爷爷，这老生吗？啊，你说你在这上面较真儿啊，这矫情，你这人生太不幸福了，是不是？嗯，所以说，很开心能干这行，因为大部分观众是理解的，是，除非别有用心，那是另一回事儿。嗯，那就这些年来，谦儿哥也好，高峰也好，人家各位帮助着我啊，我们走到今天，您太客气，确实不容易，您太客气，真的去，当然。于老师跟高峰俩人私交也很好，主要是高老师。哎，高老师很辛苦。我们就住街坊啊，对对对，高老师在哪儿？老高，高老师在吗？来来来来，来吧，一块聊会儿。哎哎，高峰，我师弟是我们仨师兄弟。对，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哎，
谦儿是石富宽先生的弟子，没错。哎，高峰呢是范老师的学生，就是、嗯、范老师是范导爱。哦，去，你别瞎介绍，人都快信了啊！啊、哦，我师傅叫范振玉啊、哦，范振玉，哎，老艺术家、哦、翻译过来是范导爱，对，不，没有。没有翻译叫范导爱，去去去，别跟人捣乱了。嗯，他就一个名字，范导爱，就是，哎，咱开玩笑了啊！你这个腿儿地的太瓷实了。那当然了，嗯，范振玉先生，范山玉先生，山玉干什么？卖白薯的啊！振玉，很遗憾，嗯，三位先生都去世了，那倒是自然规律、嗯，哎，我师父活着呢啊！好家伙，您这瞬间说死一个，您这。反应多快、啊、你知道吧、嗯、这还快呢，谁的师傅谁惦记，那是我信、嗯、这话也过分了，怎么呢，你这话应该啊九、嗯、月一号以后再说、啊、就这么几天呢、啊、半天、哎哎、你别许给他回来他讹你、嗯、好，这碰瓷还是活不到是啊、嗯、这个在一块说相声说了好些年了，哎，有日子，尤其他们哥俩对我真好，怎么，这是在德云社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哎呦您夸奖，真的，实话实说，他们哥俩呢、嗯、下了台私交也非常好，我们住得近，我住的北京的北边，对，我那都到了沙河那边，您瞧瞧，我墙那边张家口的口音，嚯，人他们俩住锦南头，哎，他们住的那个天堂河，嗯嗯，好，这都是北京人，天堂河那是公墓知道吗，住八宝山那都得烧了吗，抬杠吗，这不是，这话也对，天堂河那没有别的小区吗，啊，也有住宅，对，他俩在那儿住一人一套烟景房，嗯，烟景房啊，哎，您听这词儿多好，烟景房，一年四季这都给暖气，哎，对了，还不花钱呢，我们住的炉子边上啊、哎，俩人挺好，烤烧饼方便，俩人演出来一块来，嗯、对，演完了一块回去，就搭伴嘛，平时在一块喝点小酒，哎、是，喝点茶，对，吃饱喝足了，院里一遛弯，多好、啊，我特别想跟他们一块，离着远。是、嗯、我不能打北边吃完饭上那儿遛弯去，哎，犯不上，我到他们那儿我又饿了，哎，好家伙，人他俩人吃饱喝足了揉揉肚子哈，嗯，院里边请请喝、哎、你请，哎，互相都客气，请请请请请请请，嘿，哎，还去不去了，天都亮了啊、好家伙，客气一宿，哎，这儿小区里边现在小区都很棒，对，那风景也很好，哎，绿化不错，哎，高峰于谦俩人遛弯，嗯，走着走着，嗯，哎呀呀呀呀呀，看见什么了？有人不讲公德心呢？怎么养的小狗在这拉了一滩便便？嗨，说狗屎不就完了吗？于老师说，你看他们像话吗？就是我自个儿出来，我都带个小铲，带塑料袋。好家伙，我也在外边拉呀，你直接拉塑料袋里，要铲干嘛？我回家不好吗？哦、对，瞧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哎，这小狗拉的好家伙。得三十斤，嚯、嗯！这多日子没拉了，三十斤，好家伙、嗯！俩人看着，你这不像话呀！得批评批评，就是啊是啊！于谦看看这个，嗯，高峰也看看，就是，哼、哎，乐什么？这有什么可乐的？于谦乐了，嗯，高峰，嗯，敢吃了吗？哎啊，这叫逗着玩儿，什么朋友这都？你要敢吃，我给你10万块现金，这就打赌，多少钱也不能吃、啊。高峰，我去你的吧！就是，真是，你带筷子了？啊，什么乱七八糟？要这餐具呢？合着，谁出来带筷子？是不是？哎、啊，我倒不是说不敢吃，我怕你笑话，没有勇气。嗯，什么话这都？多少？嗯，10万。嗯，税后啊。嗨，对，这玩意儿讲清楚。那是，哎，真是，嚯！好，好家伙！看这意思，不用打赌，我也想吃的、嗯，很迫切、嗯。吃完连地都舔干净了，哎呀，不糟践东西。嗯，整个的小区就这块地干净，哼，连土都没有。哎呀，高峰啊，这剔着牙，嗯，呵，还是咂摸滋味呢。嗯，哎呀，狗吃韭菜了。哎呀，呵，我吃的太仔细了，我。姓于的，嗯，拿10万。这就要白吃啊，钱儿乐的都直不起腰来、啊、看着好玩啊，认赌服输，但是出来遛弯谁带着10万块钱现金呢，没错，又要耍赖，回家给你，回家先欠着、嗯、俩人往前走，嗯，走着走着，哟，又怎么了，又发现一摊，还不少、嗯、这摊比那摊大，哼，这就没有这么大的塑料袋，嗯，这得多大狗啊！这个俩人看这对，呀啦嗦，没有那么高了，这没有那么高，联想还真丰富，他这个、嗯、
高峰看看乐了，嗯，于谦儿，嗯，敢吗？哎，敢吃吗？报仇的机会，敢吃，吃我给你十万块，这叫报复。谦儿乐了，嗯，你以为我跟你似的？是，我带着勺呢，呵，我就为这泡屎来的，有备而来，嗯，哎嘿嘿，嘿，还烫呢，好家伙，哎，爱吃的烫嘴烫心，吃凉的我醋心，对。得加一热字，嗯，因为谦儿胃口不好，对，吃干干净净的，嗯，吃完了，哎，勺都舔干净了，是了，揣在这儿，还挺讲究。高峰，嗯，给十万块，要他的。高峰乐了，嗯，你是人不是人？怎么了？你出来没带十万块，我出来就能带十万块，那怎么办？都没带，得了，嗯，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扯平，请，请，哎。哎，别美了！你放学了是怎么着？我这丰收，你这像话吗？合着我们俩人一人闹一肚子屎就完了是吗？太不像话了！还想吃别的吗？去，我们俩出门就为这泡屎来的，别开玩笑啊！所以他们俩好。哎，您说关系近，室友，嗯，去，什么词儿都是。哎呀，一说一乐，嗯，因为什么呢？相声讲究雅俗共赏，是对，雅要雅的那么俗，俗要俗的那么雅，它是辩证的，太雅了不像话，嗯，无与你焉有何花？好话啊，太雅太俗都不成，是了，要照顾不同人的口味，哎，啊，他们俩的口味当然很独特，哎，这我们倒很统一，那是那是啊，吃得好常来啊，还常来呢。好了，到了于老师唱歌的环节了，哦，哎，哎，老高，哎，顺不顺？哎，这个过桥很讲究，过不了一句就过来。让他们学去吧，来吧。于老师会唱歌，爱唱歌，唱的也好啊。没有，不急。你们大伙喜欢听于老师唱歌吧？啊，哎呦，谢谢大老板不走就等您这个。谢谢您，谢谢您给来了。这每次到这儿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嗯。但是不唱又不合适，您说唱什么？咱们简单几句。假行僧啊。啊。我知道你们也提不出别的，因为我也不会别的。经典歌曲，对，因为以前就只听过这几首。假行僧，咱们唱几句好吗？太好了。来，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好，谢谢谢谢。好，瞎闹瞎闹。哎，太好了，不值一唱。唱得很好，没有，就是，这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了，他才。哎，您不是刚才说了吗？吃什么？来。高老师，您也吃了，赶紧唱了。嗯，我不唱这个。你凉的吃，这不好听啊。对，高老师的嗓子好啊。我出一个头，高老师接一下尾句，你们就知道他唱的多好了。嗨，我高老师来个现代戏，好不好？一般不展示这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我拿手好戏。我唱前面，高老板唱一青松。高腔交给我。您各位听听啊。哎，幺。要去等会儿，怎么了？这是你说高腔交给我了，你起这么低，我唱不痛快啊！这起高点，哦，让于老师笑话回头，对吧？你起高点，嗯，要等会儿，高点，要你舍不得唱啊？是怎么？我这高老师，我拦您一句、啊，唱列宁那能力不不，我拦您高兴，拦您，那些废话，别提列宁，干嘛？拦您高兴 啊！您说，我得提醒您一下啊，这调可。不低了，后面那是翻八度的，那还高呢，那比这高多了，那个才跟你有关系吗？跟我没，我提醒。讨厌这画蛇添足的，是他唱上句，我接下句，这里没有于谦的事儿。我唱不上去，对不对啊？啊，对了，今儿既然来的这儿来这么些朋友，这么晚没走，咱得好好唱。可以啊。今儿我让你，哎，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哎。我碰不上好人了，我这个来列位，随便看见了吗？什么呀？这就叫同使操歌。哎嗨，还净整这名词儿，还啊，再高点，哎，再高一点，啊，再高一点，嗨嗨，哎，整个一老娘们儿，你看，尽你所能吧。我来不了，我没吃过你们的东西。哎去，我们也没吃。要再来，要啊，那行，可以学那泰山顶上。
嚯，嚯，嗯，一轻松，注点意啊，我听着呢，一轻松。谁跟你握手了？要脸不要脸，还跟人握手呢？你先伸的手啊！我先伸的手是让您别跟这煽动大伙了。怎么样？有点谭元寿那意思吧？什么叫有谭元寿的意思啊？唱多好啊！您不，我听见什么了就好啊？让您哪儿我就听见那，您这大便干燥的腔啊，这都就这种语言，你这是不是翻上来了？翻什么翻什么？不对，您这没听清楚，还是吃凉的还是不成？还是吃热的唱不滋润，不滋润啊！不是你什么玩意儿没听见呢？咱白唱了啊！人家根本没听见。什么？他说哎，他没听见。大什么？他没听见。大点声！你耳朵都震聋了，咱这嗓子，你知道？你们俩这都是真的假的？这都是。哎呀，震耳欲聋嘛！哎呀，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棒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认真听了。穿，哎，行，穿呐，穿有你来穿。嗯，林海，跨雪原。哎，嚯，气声唱，还有脑袋，那那儿来吧，在那儿啊，气中霄汉，注意听着啊，我听着呢，霄汉呐，谢谢大家，谢谢，行，京剧窝子，哪儿就京剧窝子？哎，这回怎么样？您给点评点评，干嘛了？还非得我说啊？你看我挺尊重您的，点评，哎，知道知道，行。啊，您这艺术用个网络词汇形容比较确切。怎么形容？就是蛋疼。完了，我不尊重您了。哎，什么词儿这都是？哎哎，你是不是下刀时拉错了？哎，没听错过，我觉着有点软软乎乎的。来，我们再搞一个好不好？哎，我还上瘾了，就爱跟您唱。哎，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对了，对了，嗯，嚯，都开始了，开始半天了。嗯。来，哎，走，唱什么戏？你早问呢，我忘了，没听说。你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吧啊！哎，《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啊，听你的。行，这回彻底没声了。嚯，好戏，老美华的，啊，老美华，老美华的，嗯嗯，好极了，好极了，太好了啊！这回怎么样？格不格？怎么还问我呀？你看您老师嘛，行，我就评价一下哈。哎，对对对，您这玩意儿反正这么说吧，啊，这要搁一馒头，狗都能唱，很不礼貌，就这样了。嗯，我给你俩拿馒头去。哎，得回来回来，吃得惯吗？粮食还吃得惯吗？去去，还行，要不先狗吃一遭。那个好消化，得救点什么是吧？您太不像话，这叫轻视艺术。哪有艺术？您这玩意一般人来不了，谁都能来。你能来吗？我谁都能来，我怎么就不能来？太好了，大伙鼓掌，让他来一个。啊，您来，您这儿来，这你躲开。我看不起你，什么叫看不起？你说咱不抬杠啊？你说高腔咱上不去，这玩意儿不出声谁不行啊？不出声啊？准备好了吗？嗯啊啊！问你呢。哦。嗯，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净这路话。嗯，要不要喊个嗓子？嗯，还啊，喊喊。哎，还吃了猫头鹰了是怎么着？还行，嗯，还行。要不要试一个调门啊？嗯，好啊。啊，哦，那你高一点不行吗？啊，哎，对吗？啊，你再高一点。啊，尽你所能吧。你学我，你好不了，你知道吧？你就是来，开始了啊！嗯嗯，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起心前，站立宫阿门。来吧 ，please， it's your turn。俺俩干得过对马斯，来，这不是较劲吗？你瞎不是？哎，来呀！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吗？哦，怎么样？哎，嗯，我就是真唱不上去。不是谁都行吗？废话，嗯，
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哪点缺德了？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啊，前面低的还往这么高了唱，那后边高的谁都唱不上去。我可以试一试。你瞧，好，有型的啊，你能试你来。我当然跟你们两位是比不了，我肚子里没货，知道吗？不用说那个，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后头啊，我还起头啊。来，起高点，听听好吧，来吧，往下压一压，这热的就是往上翻了。哦，对，来啊，来。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你捧我干嘛？哎呀，老好了。你捧我干嘛？哎，你吃什么了？唱这么好、啊？哎，姐不用问了，问完也是病。再来，来吧。站立宫阿门，叫小凡，快上去了。谢谢谢谢啊！哎，这个老跟这儿演出，就是跟北展熟的不能再熟了，常年的地。对啊，我当年刚进北京的时候，听同行说，嗯，一个说相声这一辈子，如果有机会在北展的台上说一段20分钟，那这一辈子就很圆满了。当相声没有这么大剧啊！我当年我就信了他们了啊。嗯，后来这十来年。我们是拿着当日子过，我才知道上当了、啊。经常演，其实得感谢观众们，对啊，得感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是，今天来这儿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嗯，有的您认识，有的您不熟悉，嗯，叫他们出来，咱们聊会儿好吗？哎，好，好，再见个面，来。咱们挨个介绍，打那边高峰高老板，好。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啊，这俩穿紫大褂的，这是我们相声新秀，也是相声有新人的优秀选手，我那战队的啊，张潘刘全淼，这个长得像冬瓜一样是我的徒弟啊，郎鹤炎思密达，这是我们现在力捧的小角张鹤伦，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哎，侯爷，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吧，咱们人也都齐了，嗯，大伙儿一块儿唱个小曲儿吧，好吗？好，我领着唱，你们跟着合苏，都往前站，快来，快来，来吧，唱一个大西厢的云苏调啊，嗯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不就是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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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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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天哪，哎哎哎哎哎哎哎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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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桃花殿前出美酒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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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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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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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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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世界很酷。